第一九零一章真实木屋。这只无心虫确实比李天命想象当中难杀多了。作为星空凶兽，它有别于李天命以前所有对手。以前在尘渊战场也杀过凶兽，但是没这么魔幻的。不管是粉虫状态，还是超强本体状态，都很有特色。真不愧是到玄星域孕育出的星空巨兽。以前太古混沌巨兽对李天命而言是虚幻且触不可及的。见识了无心虫后，他忽然觉得。 以梦境中的混沌巨兽的标准来看，无心虫便是这一类星空恐怖巨兽的初始版本。天狼星上也有无形虫，就是不知道有几只。只要存在，其发育程度一定比这只无形虫高，估计更难对付。现在星辰守护结界还没开启，天狼星阴影已经笼罩太阳上空。李天命也是时刻不得轻松。小李子，快来这儿，你要的东西在这兒呢。仙仙早就把无形虫给吃干净了，对他的猎物遗留下的空壳。 他十分熟悉，嗯，李天命再度进了这躯壳之内。黑暗的躯壳内，一道苍白色的光芒在黑暗当中若隐若现。李天命疾驰而去，等靠近之后，他发现这发光体大约有一座宫殿那么大。这个大小更让他确定，这就是半个太阳界河。九龙地藏的船舵结界是星剑河，但也就只有普通的鼓面大小。而这太阳界河可是恒星源的星辰守护结界和聚变结界核心。 控制如此巨大的超级结界，核心有宫殿这么大，实属正常。当李天命来到这太阳界河前的时候，无心虫的躯壳彻底崩碎，化作漫天灰尘散去。轰！那白色的太阳界河便更加明显了。李天命所看到的是万万亿玄奥的天神纹，在他眼前游转。整个太阳界河的形状为一个球体，它轻轻旋转着，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聚变结界，古老静谧，就如无数宇宙的法则在运转。只看几眼。 便会有发自内心的肃穆之感。那些天神纹变幻莫测，光怪陆离。透过这白色球体，甚至能看到秩序之地表面的影像，无数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在这太阳界河上闪过，证明这是太阳真正的核心。彻底掌控这太阳界河，就等于掌控了半个太阳。不知道无心虫彻底掌控太阳界河没有？萤火围绕着太阳界河飞来飞去，好奇问：“估计没有，要不然他起码可以断了万宗这边的恒星源。” 或者大量减少，先让万宗难受。李天命道：“那这么说来，这玩意的最表层应该是天宫神界的控制，再往下是星辰守护结界，最后才是聚变结界。”萤火道：“对，聚变结界是太阳根本，纯靠它锁定恒星源。由此可以看出太阳界核的重要性，它一定是一个恒星源氏族最最根本的传承，一定封锁在最重要的位置内，比如九阶秩序结界、天宫神界，整呗。” 萤火道，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李天命围绕着这天宫神界转了几圈，有些头疼道：“这可不比传舵结界。”李天命靠九龙天劫剑打开了战骨结界，得到了九龙地藏的认可。而这太阳界核可比星界核要高端万倍，一根筋的星空凶兽都行，你不行？萤火比试问：“他有可能是借助控制以前七个天宫成员来掌控太阳界核，而且不出意外，他的掌控程度很低。” 仅限于天宫神界，还有聚变结界、恒星源的小程度调控。李天命道，吴星虫的发育是一个过程，他也是最近才足够强大的。以前就算有天宫神界，他都是躲藏着，尽量不暴露。李天命研究了一段时间。对了，他身上有两个因素，可能对这太阳界和有效。第一个是头顶的天宫印记，第二个是窃天一族的黑暗币。其中来自木屋的天宫印记，或许是一个机会。想到这里。 李天命便在正前方朝着太阳界河走去，先祖保佑，一定要成功！李天命内心虔诚，他知道天宫还有很多秘密，包括木屋那一部分，或许他的答案就藏在这太阳界河当中。靠近太阳界河的时候，他额头上的天宫印记果然闪亮了起来，白色的闪光和太阳界河的颜色十分相似，都是一种温柔的白光。滋滋，李天命的额头还没接触到那太阳界河。 天宫印记上那一个无字，就蔓延出了一道道的白色的天神纹丝线，融入了太阳界河当中。本来以为太阳的界河应该灼烧如火，没想到这么温润。他瞪大眼睛看着额头上的变化，很明显，天宫印记和太阳界河形成了交缠，这就像是一种对接。嗡、哦，无数的白色天神纹从太阳界河上涌来，汇聚到李天命的身上，一股温暖的力量将他的躯体包裹着，朝着太阳界河而去，整个人直接没入其中。嗡嗡、哦。哦 李天命到了一片如牛奶般的海洋当中，里面每一滴水都是用由密密麻麻的天神纹构成，一滴水就有无尽玄奥，而这里是一片无止境的海洋。嗡嗡嗡，海洋里的海水朝着他眉心的天宫印记涌去。嗯，李天命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和天宫印记在和太阳结合，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牵连，那些浩瀚的信息同样进入了他的身体当中，天宫神剑可以掌控了、啊。 这或许就是太阳界核的外层，靠着天宫印记，这个过程不算难。嗡 <Wow>，那天宫印记从额头上脱离下来，在李天命眼前成为了一个球体。这个雪白球体暂时就是天宫神界的控制核心，可以控制开启和关闭。光是这一步，就意味着李天命成了天宫神界的主人。天宫神界的底部对接的是巨变结界的南极，这意味着李天命也可以打开天宫神界，让九龙地藏吸收巨量的恒星元力量。 在地藏内压缩形成微型恒星源，提供九龙地藏使用。这是两个雪中送炭的好消息。万龙神山的绝境之后，李天命终于看到了一定的曙光。嗡嗡嗡，手中这白色的球体，短时间内将周围那白色的海洋完全吸收干净。出现在李天命眼前的是一个空旷的虚无的世界，整个世界变得无比死寂。他抬头一看，只见地平线的尽头出现了一座无比熟悉的东西——一间木屋。 它简陋古朴，许多木板上布满了青苔。可以前不同，这次的木屋让李天命感觉十分真实，它不再是梦幻泡影。这让李天命产生一种直觉，那就是他只要走过去，打开门，是能够走进这一座木屋的。或许这木屋里藏着的就是星辰守护结界和巨变结界的深层次掌控，当然也和这天宫的来历会有关系。至于他是不是太古邪魔混乱记忆中的窃天宫，或许也会有答案吧。 毫无疑问，李天命迫不及待想要进这木屋内，但是在这之前，李天命想先出去完成两件事情。他往反方向而去，从太阳界河中走出。从外面看，太阳界河暂时并没有什么变化，木屋还在其中。李天命这就放心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万宗神阳王境以上的力量聚集进天宫神界内。第一九零二章：地龙宫恒星园，这是万宗最精锐的一部分力量。 天宫神界不大，只能保护这么多人，李天命也没办法。其余人分散开去，虽然流离失所，但因为体量大，暂时来看，秩序天族只能侵占各大宗门，并没有足够的人员去将分布在各处的万宗残军地毯式击杀。接下来，秩序天族的精力应该在天狼星上，万宗得以喘气休养。如果帝尊继续赶尽杀绝，把战争波及到所有上神层面上，让数百亿上千亿的秩序天族上神南下。 地毯式追杀万宗残军，那这就是真正的灭族之战。目前看，秩序天族没这个动向。不过，让万宗残军散落各地，失去组织，只靠银尘去把控他们的位置，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每个修炼者都离不开类似万龙神山这种基地，修行各方面需要的资源都很重要。短期还好，一旦持续几年、数十年，那修行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万宗不用打，可能都会废了。所以说，李天命和万宗。 虽然决定暂时避其锋芒，但他们的终极目标还是夺回万龙神山、浮神谷之类的地方，重建守护结界，延续传承，而不是在躲藏和逃命之中逐渐没落沉沦，最终被秩序天族吞掉。可以说，天狼星的降临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帮助了万宗。这种局面下，李天命先将神阳王境以上的力量稳住，背靠天宫神界大本营，确实很重要。目前接近上千万的万宗神阳王境强者。 已经聚集在天宫神界外，等待着李天命的好消息。李天命没让他们失望。当他从天宫神界里安全出来，来到众人眼前时候，这些来自整个万宗的神阳强者们顿时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天命，龙婉莹第一个上来。其实他从李天命的轻松表现就已经猜到结果了，可他还是心跳的厉害，眼睛微微颤动，眼眶已然湿润。当所有人都期望看着他的时候，李天命也不卖关子，直接爽朗笑道：“虽然过程有些波折。” 不过，最终还是搞定了，我们有新的根据地了。轰！人们这才真正陷入了欢呼中。万龙神山大败，整个万宗都陷入了惨然的氛围之中，人人失去了希望。而这一刻，这个好消息便像是绝境中的曙光，很多人都热泪盈眶。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李天命还惦记着木屋呢，先出来带人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毕竟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一旦让帝尊发现，他驾驭太阳神功杀上来。 这么多人还得分散逃亡，在场基本上都是长辈。李天命打开天宫神界后，大家也不慌不忙，整齐有序的进去。整个万宗加起来，神阳王境强者不到千万，短期之内基本上都进了天宫神界内。天宫神界本就不大，承载上千万人，空间已经不太够了。在这里面，只能委屈半生兽，得长期留在半生空间内了。所有人进来这里面，只为了一个重夺家园的机会。虽然会拥挤很长一段时间，但没关系。 这里基本上有龙婉莹做主，因为圣龙皇、北斗剑尊等人都还留在外面。现在的万宗残军需要他们。李天命也从这些长辈的眼中看到了他们的信念，蛰伏、隐忍，只为了等待一个机会。大家都是懂事之人，所以他们要安顿下来十分容易。基本上大家进来后就不再打扰李天命，各自进入修行状态或者抓紧时间疗伤。这样一来，这个天宫神界大本营算是彻底成型了。李天命接下来忙活第二件事。 那就是将九龙地藏开到天宫神界的底部，将其放在天宫神界和聚变结界的连接点上，开赴其中。李天命就开始尝试引动那竹筒结界，开始给九龙地藏充能。轰轰轰！聚变结界中那暴乱的恒星元力量找到了缺口，轰然涌出，冲击到了九龙地藏上。炽烈的能量将九龙地藏烧得火红。为了节省空间，李天命将九龙地藏所有的树种都从里面搬了出来。 暂时种植到了天宫神界周围，这些树种都是有自主意识的，而且它们终究都要生根发芽，这才是他们的生命方式。先多吸收一些力量，再过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在这还有机会，再来生根发芽。李天命对他们道：“树种们仿佛都能听懂他的意思，看到他们乖乖埋藏在地底深处，再想起青云大陆的青云神木，他已经彻底失去。这些孩子是他的传承，所以让这些树种真正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 让他们成长为新的青云神木，是李天命心里神圣的使命。而且这些时日，九龙地藏飞跃星空，树种帮了他很多。他基本上已经确定，接下来九龙地藏可以更换更有效的力量源泉——微型恒星源。因为力量的汇聚，他的星海结界已经启动，密集的龙鳞覆盖住了表面，让其变成了战斗机器。地藏之内，恐怖的恒星源力量正在聚集。李天命发现，九龙地藏充能的位置是在最中央的地龙宫。 地龙宫的空间很大，比起太阳神宫两个眼眶加起来都还要大不少。如果充能完毕，九龙地藏聚集的微型恒星源应该会比太阳神宫更多。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九龙地藏的威力会到达什么程度，也让李天命心驰神往。现在人都进来了，地藏也开始充能，那么该去木屋了。搞定这两件事情，李天命心情放松了很多。他重新来到天宫神界内，这边已经井然有序。微生墨染没有跟进来。 而是去无梦仙国那边去了。李天命给他的任务就是维持梦中城的稳定，不管无梦仙国会不会破，先守住人。帝尊的太阳神宫已经回到万宗区域，带着他们的秩序天族大军，下一个目标是冰魂地宫，可以让冰皇先撤了。李天命对龙婉莹道：“嗯，他们都做好准备了。”龙婉莹道：“估计很快帝尊就会拿下整个万宗，到时候他到底要做什么就很明了了。不管他要做什么。” 现在万宗都没反抗的资格，李天命只能再去木屋寻找机会。进木屋前，李天命去看了一下李青雨，他和叶凌峰在一起。不得不说，他的状况更不好了。他和叶凌峰缩在角落当中，两人都没有说话，像是两个小孩似的缩在角落当中，神情没落。天宫神界内一目了然，所以李青雨连躲藏的空间都没有，心里肯定更难受。第一九零三章：枪皇，万龙神山战败，对叶凌峰来说。 也是一个打击。现在他看起来比较急躁，眼神一直很冷。别急，有机会的。李天命拍了拍他的肩膀。嗯。叶凌峰点了点头。他转过头，以心疼的眼神看着李清宇。哥，看情况，我爹可能不在了，对吗？李清宇声音沙哑，他将脸蛋埋在胳膊里，说话的时候悲从心来，眼泪难以控制的滑落。李天命想起那操纵太阳神功之人，这个问题他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没事，李青宇咬了咬牙道：“你去忙吧，我听他们说你要去试试控制太阳界核。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成功，我们一定有机会的。我爹不是一声不吭就没的人，他这人爱耍存在感，就算真的要死，他也一定会搞得惊天动地的。我相信他，他能这么想，李天命真是太开心了，连他自己都不敢这么想。调整一下心情，准备新的战斗吧。一切没揭晓前，没必要先压抑自己。” 李天命这句话其实是说给他们三个人听的。如果我当天炼化的是命魂，说不定就能打破那棺材，杀了他。叶凌峰低着头，忽然说了一句。李天命怔了一怔，他和叶凌峰的眼神对视了一眼。小孩总会长大，然后拥有自己的想法。最起码，我不该怜悯秩序天族的命魂。叶凌峰又低下头，声音萧索的说道：“李天命可以理解他的。叶凌峰太厌恶太阳帝尊，想报复他，起码为李青雨解除苦难。” 他的道是对他所在乎的人极致的好，可不相关的人，他很难对他们产生共情，而对敌人，他会毫不留情。或许这就是原始魔尊。第二次万龙神山之战是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也是叶凌峰最强的一次。以后他未必有这种机会了，所以他确实很懊恼。换个思路想一想，他要是死的太快，接下来就得是我们这帮残军面对天狼星了。李天命对他微笑了一下。 他并不觉得叶凌峰这些想法有什么问题，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去乐观的引导一下，也是祸。小峰，你也别急。”李青宇安慰道，“嗯，我就是天命哥，我刚刚乱说话了，抱歉。”叶凌峰道，“没事儿，人总是在经历当中去探索修行和宇宙的真谛，每个人的宇宙都不同，大道无疆。我和你一样困惑，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 叶凌峰听完，好像确实轻松多了。他们兄弟的路明显完全不同，可李天命不愿意失去他。记得万龙神山，当他杀回去的时候，叶凌峰也跟回去了。倒可以不同，但是人和人之间那炽烈的感情、互相赏识，这些都是真的，也是两者共荣的点。我撤了，等我好消息。李天命看了这弟弟妹妹们一眼，作为兄长，他稳定的心态还是能撑起大局的。他要离开的时候。 李清宇终于抬起头来，不可否认，他已经是第二个李无双。李天命看的也是眼神颤抖了一下，怪不得叶凌峰如此生气，爱才会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才会日日夜夜心里如有蚂蚁，生活在自责当中。可是李天命发现，李清宇又和李无双不同，在这样的情境下，为了不让李天命担心，他还能面带微笑，而且他眼神里的镇定，还有那种对希望的渴望，是李无双那扭曲的心。 根本不具备的，这就是一个从小经受苦难的姑娘内心深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股精神让她超越自我。青雨，你会成功的。李天命这句话脱口而出。她是个不平凡的姑娘，我不怕了。最起码，如果她有回来的一天，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输给了命运。他咬牙道。他口中的他，当然是李无敌。哪怕现在这个情形，他还对他保持着坚信。当然。 李天命身上携带的那一种镇定自若的精神意志，对他和叶凌风都有一定的感染。好，李天命告别了他们，转身走向木屋。有太多人将双眼放在了他的身上，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再次站在太阳界河前，李天命感觉心态不同了、啊。尤其是和叶凌风、李清雨的交谈，也让他自己心情平稳了许多。呼、哦，深吸一口气，李天命踏入其中。所有人都不时看着太阳界河，等待着他的变化。 然而，这么多目光当中，却有一道目光十分古怪。这道目光来自一个紫发青年，他吊儿郎当的，穿得松松垮垮，眉心一个天字印记若隐若现。那一双暗紫色的双眼，时而闪过诡谲的光芒，偶尔似乎变化成了复眼，看起来密密麻麻，里面所携带的好像是一种恨意。没事儿，可以收拾他的。等我们无天组织的天狼星一到，先收拾帝尊，再拿下他。如今的太阳，有太阳帝尊和这妖孽。 确实不同寻常，但不可否认，他们之下的力量差天狼星好几个级别。就算他和帝尊合作，将星辰守护结界撑起来，难度也不高。而且他未必能掌控太阳界核呢。一个枯老的声音在青年体内响起：“他能控制，因为他的天宫印记是这里的核心意志赐予的。”紫发青年目光复杂，显得更加阴森。他到处观望，最终他的目光定格在了角落处，一个黑发血眸少年。 还有一个如恶鬼般的少女身上，呵呵，他体内的枯老声音忽然笑了。啊、哦，不简单啊！你虽然是一只虫子，但是直觉还不错。这两个小孩一直都是他最亲近的人，而且他们和于子谦关系还不错，你有下手的空间。一旦拿下他们，就算李天命拿下太阳界核，他的死穴永远在我们手上。哦，紫发青年咬了咬牙，眼球上不断凸起一个个小点。我说过，我会报复的。 等你掌握太阳界核出来，就该面临绝望了。咔咔咔，他握紧了双拳。幽静的星空，万籁寂静，偶尔有几道闪光从遥远之处扫过星空，很快就会归于沉静。然而，这可能就是某个恒星原世界炸裂所爆发出的光线。秩序星空太大了，大到一切的毁灭、数万亿生灵的灭绝，对整个星空来说，都跟一滴水溅落没有区别。对冰冷的世界本身来说，生命、私人感情。 眷恋似乎都没有意义，再大的生离死别，对于天地宇宙本身来说，都不如一粒灰尘。从天地宇宙诞生到现在，生生死死、世界幻灭，那都是常有的事情。只有人才会因为人的灭亡而悲哀。宇宙永远冷酷，在这冷酷的宇宙深处，一艘星海神舰的航行其实完全不起眼。这是一艘如同赤红色手镯一样的星海神舰，它散发着暗红色的荧光，旋转着前行，所以速度极快。 在星空中，他的航行拖出了一条红色尾巴。星海神剑内，一群浑身光亮、如同血红色玉佩打造的人站在一起。这些人极其古怪，浑身如琉璃宝石，光滑透亮。最前方一人站着，看着眼前万里星空，这片区域真是荒凉。他道：“枪皇，差不多了吧？要不是能回幻天之境，这样的长途旅行真是没有意思。”身后有人道：“这一位枪皇。” 乃是天道三星无面鬼神族的百岁帝尊，赤玉系枪，他的儿子天神祖的龙还和李天命在万星天穹战场交手过。差不多了，不过我们先不去紫耀星，去天一界面找一座大陆。枪说道：“为何？一开始不是说先去紫耀星吗？先去那座大陆的话，看星图标注的位置，好像要稍微绕一下，并不是很顺路。”手下道：“都是要去的，前后无所谓。” 再者，长辈说，逗号姑娘背后的势力催得比较紧，要我们将九阶东皇剑先放到天一界面。枪皱眉说：“天一界面，难道这帮人来自无序世界？”手下震惊道。枪回头，他没有眼睛，可是眼神却让手下感到害怕。我闭嘴。手下低头。咦，有一个正在看星图的无面鬼神族忽然惊叫了一声。众人看了过去。枪皇，你快来看。 我们目标大陆附近出现了两颗标注过的星辰，这应该是我们无天组织的星辰双星系统，肯定是我们鬼神族的。他们正在高速往下移动，说明找到了猎物，开始全力冲刺阶段。从他们的冲刺方向看，在我们目标大陆附近可能有一个小型的域外恒星源世界，狩猎吗？强点了点头，看样子他不是很感兴趣。有意思，看速度，他们进攻的时候，我们估计也到了。我们长期生活在天道三星，也就听过外圈的狩猎。 但是还从没真正见识过呢，他们一群望着前方，不由得开始期待。第一九零四章：千秋万古，后人永记。天狼星第二艘星海神舰给秩序天族带来的损失，很快就让太阳帝尊强行抹平了，补充到圆满状态的太阳神宫，快马加鞭，再度赶回万宗疆域。与此同时，还留在万龙神山附近的两亿多秩序天族大军，接到命令，开始往冰魂地宫的方向高速移动。这支胜利之师，士气磅礴。 战意冲天，绝对势不可挡。太阳帝尊击溃万龙神山，还斩杀了天狼星帝尊，这两件事情带给了秩序天族前所未有的振奋。哪怕第二艘星海神舰带来的损伤，现在的秩序天族仍然气血澎湃，如日中天。相反，万宗比以前要沉寂了很多。秩序天族和天狼星的双重压力，让生活在万宗疆域内的亿万御兽师都陷入了迷茫之中。如果上次万龙神山之战，李天命能击溃秩序天族， 那将会是他将众生线彻底深入全体民众，征服凡尘生灵的机会。可惜他错过了。现在他的众生线还是仅限于百亿上神。实际上，如果能得到非上神民众的信仰，效用可比百亿都要高几倍。这是数量优势。现在的太阳，毫无疑问，已经是太阳帝尊和秩序天族的天下。太阳神宫所到之处，众生站立。就算李天命不让天神剑宗等宗门放弃。 以他们几千万不到的军团规模，和这逼近三亿的大军死磕，估计他们的战斗信念也会很差。接下来一切不出所料，秩序天族摧枯拉朽，连续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冰魂地宫、神武皇朝、天神剑宗的山门、无梦仙国、无字神殿这些势力，在大势所趋之下，基本上也不攻自破。战神族、蓝血星海则更加不用说了。当最后的天神剑宗之守护结界都让秩序天族攻破。 意味着整个万宗全面沦陷，一万宗门的守护结界全破，一个不留。这些拥有最好的修炼资源之地，全部成为了秩序天族的囊中之物。如果不是万宗人员还在，太阳帝尊几乎可以宣布，从此时开始，太阳一统。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宣告的，通告天下苍生：自今日开始，万宗覆灭，从此秩序之地再无万宗。轰轰轰！这样的通告，便像是风暴在整个秩序之地席卷。 引起了历史以来最磅礴的震荡，秩序天族狂欢，万宗御兽师彻底陷入了绝望当中。哪怕他们都还活着，可也没办法站出来反驳。无家可归和覆灭有何区别？帝尊完成列祖列宗遗愿，一统太阳，天下无双。此等丰功伟绩，自当在历史上留下最浓重的一笔，万古千秋，后人永记。如此盛世，秩序天族万人空巷，人们奔走相告，喜笑颜开。 完全进入了盛世狂欢的氛围当中，每一天都比节日都要热闹。这是恒星原世界最轰动性的变革，光是庆祝，怕是都要持续好几个月以上。如果太阳帝尊也有混沌神帝传承，那么他应该会让全体秩序天族都奉他为神中之神。然而，包括几乎所有的秩序天族都不知道，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面等着他们了。这涉及到了太阳帝尊攻破万宗结界的根本目的——万龙神山以北。 在这焦黑、霍乱、尸横遍野的战场中，一头冰冷、机械的青灰色妖狼趴在其中。妖狼散发着冰冷的光泽，一动不动。轰隆！就在这时候，天上火烧云，烈焰翻滚，一个炽烈的黄金人头轰然落下，降临到那黄金人头的上空。轰轰轰！黄金人头那龙形长发纷飞起来，纠缠住了那清明幽渊，将其绑紧。咔咔咔！在太阳神功的驱动下。 被放在这里多时的清明幽渊轰然震动，被拖着飞上云霄，从南往北轰然飞驰。两大星海神剑的行动产生了无比巨大的轰鸣动静，所到之处，凡尘的御兽师们惊骇奔走。哐当，在飞行过程当中，清明幽渊的大门开启，一个红发赤膊的中年男子从其中一跃而起，回到了太阳神宫内。大殿中，金发的太阳帝尊那灼烧的双眼看着眼前这红发之人，他们对视。 眼神中好像有着一种说不清的牵连，红发男人没有言语，而是越过了那太阳帝尊，躺进了炎黄关内，而后闭上了双眼。一个神魂，两个身体，旁边还有一位柔情端庄的灵杰族女人，正是帝后。嗯，太阳帝尊点了点头。那神魂在哪个身体内呢？刚问到这里，他敬畏的低下头，脸色微白，道：“我就只是好奇，没其他意思。”不在任何一个身体，在棺材里。 太阳帝尊耸了耸肩，一脸无所谓道：“嗯。”帝后点了点头。时候差不多了，一起来迎接属于炎黄帝星的奇迹吧。这一个封存的古老结界，起码有数百万年未曾开启了。太阳帝尊说完，就往外面走，来到了黄金人头的嘴巴位置，望着前方这一个无尽的火焰世界。帝后有些紧张，捏紧了衣角。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跟了出去。期间回头看了那炎黄棺，还有棺椁内的人好几眼，眼神都充满了敬畏和迷惑。 开始了，往北方望去，视线的尽头就有不少金红色的擎天巨柱，炎黄神柱都已经就位。再往身后的南方看，在万宗疆域内最大的几根炎黄神柱，从万龙神山、伏神谷、天神剑峰等地方诞生，每一根都顶在了火烧云上。而火烧云的颜色便是金色和赤色火焰的混合，如此一来，它和炎黄神柱融合的非常好，毫无违和感。我们疆域一百根炎黄神柱。 万宗疆域一百根炎黄神柱加起来一共两百，全部就位。就在这时候，太阳神宫内的炎黄关上神纹变幻，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这里震荡开去，涌向那两百根擎天巨柱，同时也涌向整个太阳。那一刹那，天地巨变，轰轰轰！两百根擎天巨柱喷发出无数的烈焰，那些炎黄神柱引发天地震动，无数的天神纹通过炎黄神柱冲向火烧云。看天上，那一刻。 全世界的生灵都被天上的巨变所吸引，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金红色火焰流转的巨型护盾取代了火烧云出现在天空之上，这是星辰守护结界，我们对抗天狼星有希望了。一时间，不管是秩序天族还是御兽师，都能感到一些心安。然而，很快就有人发现，这根本不是历史记载当中的星辰守护结界。第一九零五章：一幅水墨画，整个太阳此刻忽然变了个样子，就算在月之神境。 炎黄大陆的视角上都能清楚的看到，这一颗灼烧的大火球，好像表面多了一层金红色的防护罩。如此一来，它的光芒变得内敛，不再恣意释放力量。靠近之后，更是能看清楚那密密麻麻的金红色力量在火烧云中流转，结成了厚达几十万米的结界障壁。而在这结界障壁当中，无数的兽影在火焰当中咆哮、游走，入眼所及，密密麻麻，仿佛这守护结界乃是万兽的乐园。 而不只属于秩序天族，起码很多人认知当中，连太阳的星辰守护结界都到达不了这种规模。毫无疑问，这看起来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而且这铜墙铁壁中还蕴含着何等浩瀚力量，这是常人很难预知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个守护结界，它所使用的一定是恒星元力量。这种级别的结界消耗一定很高，每个世界的恒星元都是定量的，用完就没。如何合理使用？ 也是千万代人讨论的问题，只是现在的太阳由太阳帝尊说了算，没有任何讨论余地。轰轰轰！太阳神宫在那守护结界的下方飞驰。炎黄守护结界是守护结界，也是毁灭力量。它真的存在，这也说明这个星辰的史前历史竟然是真的。太阳帝尊张开双臂，双眼无比激动，浑身冒火。有了它，再也不怕天狼星了，对吧？帝后眼里映衬着火光，怔怔问：“怕？” 太阳帝尊笑了，他大笑，笑得放浪形骸，然后再回头盯着帝后道：“一切在本尊计划之中，我从没有怕过他们。接下来应该是我们怕我，你等着看吧，等着所谓的狩猎者降临，好戏就将会上演。”看到他如此有信心，帝后心里也稍微放心了一些，起码能让天狼星知难而退吧，他心里想着。过了一阵子，他想起了另一个人，便问：“刚刚听到消息，好像李天命进天宫神界内了。” 他这是要和无心虫厮杀，以争夺半个太阳界核。w w w 黑色小方块 t k n 黑色小方块 c 零，没用，有了炎黄守护结界，本尊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太阳帝尊道：“哦。”帝后点了点头，他想的是将这两方都解决，那往后的秩序之地就彻底安宁了，应该再也不会有战争了吧？他看着下方满目疮痍的土地，内心恍惚。不会了，此后的太阳。 只会有一个意志，一个意志就不会有战争，因为没有够格的对手，而且你永远猜不到脚下这一颗古老的星辰，它到底有着何等潜力。迎着烈火和狂风，太阳帝尊再度放浪大笑。太阳界河，李天命再度来到这一个纯白的世界。放眼望去，这个纤尘不染的世界里，只有前方一座古老的木屋。木屋并不远。面对这未知却熟悉的木屋，李天命还有点紧张。 这座木屋藏于太阳界河内，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存在？秩序神兵、普通建筑、精神意象？进去之后或许就知道了。如此，李天命迈开脚步，一步步靠近。恍惚之间，他就已经来到了木屋的门口。看着眼前这斑驳的木门，李天命有种回到李火城的感觉。只有在那个地方，只有在童年的记忆里，才有这种干净、简单、不带任何天神纹的木门。在秩序之地，随便一栋建筑。 甚至一张板凳都加持有秩序结界，整吧，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哪里还有功夫迟疑？他二话不说，习惯性的伸出左手黑暗臂，搭在这木门上，轻轻推开。吱呀，木门太久没推动，稍微有些卡，门框还有一些灰尘落下。幸好这可不是无心虫的粉虫。李天命稍微用力了一些，直接把门推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和想象当中差不多的空间，一切都是木质的。 李天命直接踏入其中，他顺手带上了木门，环视一周。他所处的位置是这木屋的外屋，空间不大，只有一张板凳、一张桌子。正对面的墙上还有两个小门，小门虚掩着，里面还有空间，应该是两个卧室，也叫内屋。李天命没急着进内屋，因为就在这外屋就有一样特殊的东西，那是一幅水墨画，挂在两个内屋的小门中间。它上面布满灰尘，正因为如此，李天命差点没注意到它。 多看两眼，李天命便觉得这幅画一定是木屋的关键。那是一幅能将人的天魂直接吸入画中的画。噔噔，李天命踩着腐朽的木地板来到了这一幅画前。他伸出右手，直接用手掌想将这幅水墨画上的灰尘擦掉。估计是时代太远了，任凭李天命怎么擦拭，那些灰尘就像是粘在上面似的，已经和画作融为一体，擦不掉。不擦掉灰尘，那就什么也看不见。 但他也不敢用力，生怕把这幅画给破坏了。对了，左手试一下。左手黑暗壁太粗糙了，所以李天命一开始没用。他之所以觉得左右手可能有区别，也是因为“窃天宫”这三个字，不管靠不靠谱。假如这木屋真的和窃天一族有关系，那他的左手黑暗壁或许又叫做窃天之手，应该会是钥匙。他换了左手手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灰尘被擦掉了。这无疑验证了李天命的想法，那就是。 木屋或许真的和窃天一族有关，这让李天命心里格外激动。说白了，他的根本身份就是窃天一族，这是他血脉里最厚重的东西。任何和窃天一族有关系的线索，都会让他如饥似渴。随着他左手的擦拭，这幅水墨画越来越清楚了，可李天命却看得越来越迷糊。这一幅画里面元素还不少，这么多元素中，画作正中央那一个原型应该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元素。 都聚集在这圆形旁边，这个圆形应该是一个恒星原世界的意思。如果这样理解，那周围那些元素就好明白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应该是人，圆形外的圈应该是星辰守护结界的意思。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飞是在星辰周围，体量还不小。这难道是星海神剑？李天命触摸着这一幅画，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第一九零六章超级太阳，比如有一个小黑点。 应该是一个人的意思，他的周围有些兽类，意思应该是半生兽，但是还有一些巨大的人形黑影和这小黑点联系在一起。这人形黑影，按理说应该是食神的意思。一个人旁边同时有半生兽和食神，李天命看其他的小黑点，好像大多数都有这样的配置，同时存在半生兽和食神，有的直接以幻影代替，但也看得出半生兽和食神的区别。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小人全部都和我一样。 有半生兽，也有食神。李天命有些费解。忽然，他在这幅画的角落中看到了一个让他极度震惊的黑影。这是？这可让李天命惊呆了。这个黑影从大小和位置判断，它应该是星海神剑的意思。虽然是水墨画，只有黑色，但也体现的栩栩如生。可关键是，这个黑影，李天命很熟悉啊。黑影中隐约有九头龙影，这不是我的九龙地藏吗？以李天命对九龙地藏的了解。 他估计绝对不会错。九龙地藏是九龙帝尊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据说是从秩序星空某处。李天命离开过太阳，到过紫耀星，去过万星天穹战场，所以他明白，在自身没有星海神剑的情况下，要肉身横渡星空，到达其他世界，夺取一艘星海神剑，这难度实在太大了，堪称不可能。没有太阳神功，太阳帝尊都没法离开，所以这幅画上的九龙地藏，很可能就是李天命的九龙地藏。 或许这就是九龙地藏的来历。从画作中央这个圆形的细节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火焰恒星原世界。就算不是太阳，那应该也是和太阳相似的世界。李天命心情迷惑且激动，有些头皮发麻。他感觉好些真相很可能就在这幅画里，可是他所能看到的信息就这么多了。这幅画到底还有什么秘密？李天命用他的左手继续一遍一遍的擦拭，然而这一幅画早就没有灰尘了。出来。 当他炽烈的目光如同火焰一样浇筑在这一幅画上的时候，忽然之间，奇妙的世界发生了。从中间那个黑色圆形图案开始，就像是被火焰点燃了似的，忽然烧了起来。嗡嗡嗡！哦哦、眼前这幅画直接从水墨画变成了拥有色彩的图，而且这张图还有了动态。一时间，中间的星辰烧了起来，怒火汹涌，周围的人动了起来，食神、半生兽震天怒吼，还有不少星海神剑。 围绕着星辰呼啸飞行，李天命的脸都被照耀的火光烈烈。在他眼前，这幅画好像在无限的扩大。轰轰轰！他的天魂直接被吸入了画中，画中是一个如同真实的世界。嗡 <Wow>！李天命在这一条火焰通道当中强行，前方的轰鸣越来越响亮。呼 <Wow>！他浑身一轻，双脚离开了地面，陡然出现在虚无的星空当中。啊、uh！眼前。 震撼的画面扑面而来，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颗灼烧的金红色大火球，这是一颗烈火星辰，这是秩序之地。李天命直觉上感觉它和太阳一模一样，但似乎又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好像这一个恒星原世界更狂暴、灼烧、沸腾，气势更恢宏。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拖着李天命以恐怖的速度朝着这一个恒星原世界靠近，那种感觉如同坠入火焰神元，毫无反抗能力。 随着他接近这一颗恒星源世界，李天命内心的震动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他这才发现，他第一眼看到这一星辰的时候，其实距离这星辰非常非常远。随着他靠近，他愈发发现，这画中的星辰竟然如此巨大，越靠近越大。道玄星域正中央的天道一星，体积达到太阳的两百倍，是一颗超级巨星，神虚级世界。问题是，当他被拖到这一颗恒星源世界眼前的时候。 他感觉这个世界的体积远远不止太阳的两百倍，然而它却和太阳极度的相似。轰轰轰，无穷无尽的火海，无尽的火焰世界，磅礴的厚重的生机勃勃的恒星源力量，这一切都让李天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个超级太阳的恐怖。他想象过天道一星的样子，内心自然充满敬畏。然而这一颗突如其来的超级太阳带给他的震撼，仅次于东皇剑无色大门内那一颗金黑色的地心。 然而那一颗地心还在虚幻之中，而这一超级太阳此刻就在他的眼前，光是他表面火焰跳动的声音都震得李天命气血翻滚。他只是一个旁观者，是画作本身拉着他的天魂围绕着这一颗超级太阳飞速转动。他在炽烈的火海上疾驰，更认识到这一星辰的恐怖。这是星辰守护结界。李天命清楚的看到，一个巨大的金红色结界笼罩着整个超级太阳。 那金红色结界中，火焰翻滚，兽影无数，仿佛有万亿神兽在这结界下奔腾。轰轰轰，千军万马！如果他的天魂慢一点被吸进来，银尘可能就会告诉他，秩序之地的天空上，这时候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超级结界。那是，李天命眼前出现了无数在守护结界中冲出来的人影，李天命惊呆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这些人就在他的身边转过去，甚至在他体内穿过去。 他只是一个观察者。这些人的衣着打扮看起来很古老，说明这画面或许来自久远的历史。这些都没什么，关键是李天命眼睁睁看着他们驾驭着巨大的半生兽，身上还延伸出许多的食神。啊，这成千上万的试验品！就这刹那，他所看到的那些同时具备半生兽和食神的人，都不下十万。而且李天命能看得出来，他们很强，有不少可能都是帝尊这种层次的存在。 怎么可能全是血神契约来的半生兽？血神契约半生兽到无梦仙君那个程度，差不多就是极限了。李天命、李无敌和李青羽，正是因为试验品，才和太阳帝尊有牵连。他万万没想到，这里出现了成千上万和他们一样的人。第一九零七章关合葬，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快怀疑自己的双眼了。关键是，他发现这些人驾驭的半生兽还和万宗有些相似，有的是神龙，有的是神武。 还有凤凰、麒麟等等神圣祥瑞之兽，而且食神基本上也是以火焰为主。在他们的身上，李天命能感受到熟悉的感觉。他飞速的从这些人身上撞过去，整个人已经有些傻眼了。轰轰轰！下一个画面，他又看到了一个让他更震撼的东西。那个东西正好从下方那个金红色的守护结界当中浮现出来。他定睛一看，那是一具巨大的金红色棺椁，大的像是一艘星海神舰。 它和整个守护结界紧密结合，如同一体，像是这一个守护结界的核心。问题是，他和太阳帝尊手里那一具几乎将李天命砸死的炎黄棺一模一样。李天命多看了几眼，还真的一样，任何条纹都相似，每一个浮雕的位置都一模一样，除了大小不同。李天命几乎都能肯定，这就是太阳帝尊手里拿着的那玩意儿。他就是靠这个碾压李天命的，也就是说，他手里那一具棺椁。 来自这一个超级太阳，还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眼前这个超级太阳太大太恢宏，可李天命总是觉得它太熟悉了，就像是自己在炎黄大陆仰望的那个太阳。在思维卡住的时候，他已经从这棺椁中飞了过去，本以为够震撼了，下一刻他又愣住了，这次愣得最厉害。轰轰轰！他正朝着一个庞然大物撞去，那庞然大物有着九个巨大的龙首，他们傲立在上苍。 低头审视着李天命，他们巨大无边，像是活着一样，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九龙地藏，李天命惊叫出声音来，这绝对是九龙地藏。虽然从外表看有很大不同，而且它比九龙地藏大很多，恢宏很多，而且好像多了不少的部件，可这种熟悉的感觉不会有假。李天命百分百肯定，他就是九龙地藏。这一下他彻底迷糊了。超级太阳，十万试验品，金红色巨棺，九龙地藏。 全部都出现在一个地方，李天命忽然想起了九龙天劫剑，它来自太阳帝尊，可是它却有食神威力的部分。作为御兽师，九龙帝尊怎么会创造出食神这一部分的威力？还是说这一门战诀来自眼前这个世界，来自这些同样拥有食神和半生兽的同类？这个焚烧的超级星辰实在太过浩瀚，带给了太阳、紫耀星这些阳凡级世界百倍、千倍以上的冲击力。 让李天命全身心都在震动之中。下一个瞬间，他整个人朝着这超级太阳坠落。轰轰轰！炽烈的烈火包围着他，这是一个属于火的世界，没有止境。嗡、哦，在火焰中穿行了足足半个时辰，李天命才穿过了这一片火烧云。如果不是终于来到了这颗超级太阳的表面，李天命还以为自己已经坠入了火焰神渊。嗡、哦，一个浩大、壮阔、无止境的超级世界。 就这样出现在他的眼前，放眼望去，山川树木、江河沧海都灼热炽烈，暴乱的火雨如陨石流星一样落下。地面上诸多城池林立，密密麻麻，显示出这个世界有着可怕的繁荣昌盛。还是那样，这个世界的轮廓让李天命看到了熟悉的感觉，他总觉得怪怪的。就在这时候，他抬高视线，看到了让他震撼的一幕。那是，李天命整张脸都显示出了呆滞状态。 那是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简直匪夷所思，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这超级太阳的地面上延伸出了一共八根金红色的擎天神柱，它们无比粗大浑厚，表面覆盖着金红色的烈火，它们以地面为根基，直接云霄对接到这超级太阳的火烧云当中。这个画面何其熟悉！就在画外的世界，太阳帝尊拿下了万宗的守护结界，在万宗的家园上就撑起了上百根擎天神柱，和眼前这擎天神柱对比，秩序之地的巨柱。 虽然是袖珍版，但带给李天命的感觉是相当一致的。什么意思啊？太阳帝尊搞出的擎天巨柱和这个超级星辰的柱子有关？李天命控制不了自己，他不由自主的撞在地面上，再穿过泥土和巨变结界，最终撞入了这个超级太阳的内部恒星源。轰隆！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当中，他的天魂被烈火吞没，而后则在陡然之间回归身体。呼呼！李天命瞪大眼睛，粗重的喘着气。 眼前的火焰在忽然之间就荡然无存，那灼烧之感也同时消失。他回到了木屋中，一切回归宁静。眼前这一幅水墨画也慢慢的失去了光彩，回到了原本那种平凡的样子。李天命便站在原地，呆呆的看着这一幅画很久。方才那个画面需要他好好消化，但是却没有答案。看到什么啦？这么花痴？莫非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短短时间内，你已经在画里的大梦千秋？ 萤火挂在他的肩膀上，贼兮兮的说：“滚！”李天命深吸一口气，然后将自己所见所闻复述了一遍。“你们有什么见解？”李天命问五只半生兽。啊！萤火愣了一下，道：“你刚才说啥来着？我正在思考，没听清你说的话。”喵喵！zzzzz，蓝黄两个龙首正在互相大眼瞪小眼。仙仙不耐烦道：“我都饿了，什么时候开饭啊？”李天命发誓。 如果还有下一次，绝对不找他们探讨问题。他虽然看到了那壮阔的超级火焰星辰，知道这一个星辰和金红色巨棺、九龙地藏都有关系，更惊奇于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试验品，但是他没法确定一点，那就是这个画中的超级星辰和秩序之地太阳有什么关系？太阳这个称呼属于炎黄大陆秩序之地的人习惯称呼它为秩序之地太阳，就像是昵称，这其中有什么渊源吗？李天命相信这是木屋想让自己看的画面。 他一定是有深意的。第一九零八章，切无书，尤其是最后的金红色火焰巨柱，这些柱子让李天命很难不将那超级星辰和现在的太阳联系在一起。然而他还是没有证据，只能猜测。不过这木屋当中还有两个内屋呢，内屋的小门是虚掩着的，证明他可以进去。李天命倒也干脆，他环视一周，发现这外屋除了这幅画外，已经没有特殊物品。于是他深吸一口气。 来到了左边的那屋门外，但愿这里有答案。他伸出手，轻轻推开小木门。吱呀，年月太久，这小木门被推动的时候，看起来随时都可能倒塌。内屋有些昏暗，外面的光线照耀进来，这才让这个尘封的世界出现在李天命眼前。他站在门口往里面看，内屋的结构更简单，只有一张木桌。木桌上有些阴影。当李天命来到木桌旁边的时候，才发现上面有一本昏黄色、几乎腐朽掉的书。 确切的说，这是几张老黄纸堆在了一起，上面有字，估计是历史太久远了，才会以这种方式来记载吧。木屋到底是什么？能存在到今日，还能赐予我天宫印记？李天命不敢乱碰，他蹲了下来，仔细看这本书的封面页。封面页上有三个毛笔字迹，李天命微微皱着眉头，看了好几次才念出这三个字：“切无书。”这名字太古怪了，一本书叫做《切无书》。 他愣了一下，等等，他用左手黑暗闭的窃天之眼看了看自己额头，再看看窃无书中间的无字，发现两者几乎一模一样，不是窃无书，而是窃天书。李天命激动万分，他终于名字了。他额头上这个无字，他其实应该是天字，只是古老的写法里将这个天字写成了类似无的形状，所以他这个才是真正的天宫印记，是木屋赋予的。元龙婆婆他们的天宫印记。 平时没有展现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形状，但干干干的是天字，和我不同，这可能和无心虫有关系，或者那个符号本身就来自无心虫，本来就不是天宫印记。这个猜测想要验证很简单，去找一找历史典籍，看看无心虫出现之前那些天宫前辈的天宫印记是天还是无，就会有答案了。李天命估计应该都是无，无这个古老写法的天字才是真正的天宫印记，才是木屋所赋予的。 这让李天命想起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太阳之上的无字神殿和紫耀星上的天字神殿，这两者和天宫的印记是否有关系？估计只是巧合。李天命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这两个神殿都是恒星元战争后天狼星的遗留，而天狼星归属于道玄星域的无天组织，天道玄族就是无面人，所以他们很喜欢使用“无”和“天”这两个字命名。无字神殿和天字神殿应该来源于无天组织，而无天组织。 和天宫古老的天字写法无应该是无关的，这一个疑惑，李天命算暂时解除了。当然，这只是他的推断，万一要是真能扯上关系，他也没辙。他现在激动于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本放在木屋内的窃天书，更让他肯定天宫和窃天宫和窃天一族和他自己绝对有至深的关系。窃天一族在秩序星空自然是独一无二的。怀揣激动，李天命深吸一口气。 翻开了窃无书的封面页，往下翻去寻找古老的答案，比如说天宫的来历，方才那一幅画里记载的玄机。封面页被翻开后，窃天书的扉页只有一行娟秀的小字：“记录者：窃天一族李晴婉。”中间“窃天一族”一族四个字何其刺眼！李天命猜测，直接有了最有力的证据：天宫就是太古邪魔混乱记忆中的窃天宫。至于李晴婉是哪一个年代的老祖宗，李天命就不知道了。 天地宇宙的历史太过久远，连太阳之上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了多少年，甚至年这个时间对天地宇宙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太阳偏安一隅，遇到的挑战比较少。即使如此，万宗和秩序天族所能追溯的历史，顶天就两百万年左右。再往前，基本上就掺杂了很多传说和神话因素了。毕竟人们在口口相传历史的时候，总会有夸大和掩盖的部分。万宗这边，除了轩辕龙宗历史记载，他们来源于始龙洞外。 其他宗门都不知道自己源头在哪里，归根结底就是时间漫长，漫长的时间足以让一切的辉煌和记忆都化作飞灰，连记载的史书都被岁月腐朽干净，更不用说断层的文明。李天命手指微微有些颤抖，他捏住了飞页，继续往下翻。窃天书的正文第一页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一页的字比较多，而且写法都比较古老，所以李天命得一点点辨认、猜测，没法第一时间读出来。第九纪元。 混空纪万和元年，吾族受地天级恒星元世界炎黄帝星所邀，进驻地心南极，建造窃天宫，以助炎黄神族登临诸天，傲视星宇。这便是这一页的主要文字。李天命重复确认了几遍，应该没错。第九纪元混空纪万和元年，这应该是时间。吾族应该就是窃天一族。问题是后面的地天级恒星元世界炎黄帝星，杨凡级洞天级。 神虚级，这地天级是个什么级？难道比三级神虚级恒星元世界还牛？萤火倒是感兴趣了，叽里呱啦的问道。不过这货就三息时间热度，一会儿就到处晃去了。地天级，李天命想起了刚才那一幅画，画里那一个超级太阳，确实比想象之中的天道一星还要磅礴。难道那个画里的星辰就是地天级恒星元世界？是比神虚级更强的四级恒星元世界？ 第一九零九章炎黄神族，在到玄星域的人们认知之中，神虚及恒星元世界就是宇宙中央，就是天地最强，连他们都不知道地天级恒星元世界，可见这到底有多么玄乎。不过李天命自己认为，到玄星域肯定不是天地宇宙中央，所以他还能接受。作为人，最不该质疑的就是天地宇宙的无尽，还有时间长河之长，这可不是胡扯。每个人抬头看看天。 就知道宇宙是何等的让人窒息，光是这一个炎黄帝星就已经让李天命窒息了。这正文第一页的文字记载的是窃天宫的建造起源。李天命继续往下看。说实话，这窃天书只有几页纸，记载的非常简短，估计很多都需要李天命自己参悟。第二页字数差不多，两个纪元时间，炎黄神族建立炎黄天域，顺利崛起，称霸一方。作为我窃天一族附属势力，秉承吾族意志，造福宇宙。 创建盛世，这一页好理解。不过，这么强的炎黄神族，竟然是以窃天一族的附属而存在，可见窃天一族有多么威武。第一页记载，他们是被邀请而来的，等于炎黄神族求他们庇护。李天命翻开第三页，风云突变，只见上面写：第十纪元末，万古纪圣道三十万年，炎黄天域由盛转衰，内斗激烈，因双神血脉日渐断绝，矛盾日增，生灵涂炭，且刚愎自用。 不再受无族调遣，这场祸乱内斗最终以地心陨落结束，核心炎黄神族灭绝殆尽，双神血脉彻底断绝，故无族无奈撤离炎黄地心，仅留族魂意志守护陨落星辰。这一页的内容很多，李天命全部读完，内心是震撼的，因为文字描述虽然苍白，但是那么大的世界因为内斗而毁灭，达到核心星辰陨落的程度，可见那一场战争恐怖到什么程度。所谓内斗，其实肯定也是因为内部有新实力的崛起。 这里面一定很复杂，有诸多历史因素。但作为一个连自己当前在什么年代都不知道的后人，李天命只能靠空想。这一页看完，他还有点混乱，心里忽然有了一个震撼猜测，这让他迫不及待翻到了最后一页。只见上面写：“窃天族魂化身为木屋，引领毁灭后的地心残民劫后余生走向新纪元。炎黄地心改名为太阳，远离炎黄天域。曾经双神血脉一分为二，不再归来。唯愿曾经叱咤风云的炎黄。” 能在恒星源寂灭前得到最终安息，这一段话看完，李天命整个人都是凌乱了。他先前所有的猜测都在这一夜得到了肯定。我靠！萤火都惊呆了。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地天级世界炎黄地心就是太阳，就是秩序之地。天哪，我真是太聪明了！萤火上蹿下跳，跟疯了似的。这让李天命相当无语。真的吗？鸡哥好厉害，这都猜出来了。 蓝荒四只眼睛里全是崇拜之色，厉害啊，鸡哥！不像这小李子，愣半天，估计还没整明白。纤纤吐槽道：“李天命得让他们一群逗逼给气死。”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甚至还是有一些难以相信。太阳曾经是地天级，是世界，是陨落后的炎黄地心。可是他的巨变结界和星辰守护结界不是杨凡级的吗？心里想着这个疑惑呢，李天命把这窃天书最后一页盖上，忽然发现。 这本书背面页还有一段文字，上面写道：“为让残民安宁，为双神血脉留下火种，吾族为陨落地心建造了杨凡级聚变结界和星辰守护结界，覆盖在炎黄守护结界和炎黄聚变结界之上，以此保护炎黄残民，同时掩盖地心真身。吾族创建的杨凡级双界，核心为太阳界和太阳界合一分为二，一半由木屋筛选的新天宫执掌，一半由残民执掌。地心虽陨落，然其原本的核心双界并未受到根本破坏。” 双界之和炎黄关及九龙剑仍在地心内。若有无族后裔到此，切莫破坏残民宁静，以双界引出事端。谨记。李天命一切都明白了。核心双界就是炎黄守护结界和炎黄巨变结界，这是属于炎黄帝心的。而现在，太阳的巨变结界和星辰守护结界是窃天一族为残民建造的。太阳界和一半在天宫，一半在秩序天族，这和窃天书记载的内容吻合。也就是说，自炎黄帝心陨落后。 窃天宫的人就撤走了，只留下一种特殊的东西——窃天族魂木屋，坐镇新天宫，以窃天一族的意志筛选，赋予天宫印记，维护这一个陨落星辰的稳定和安宁。也就是说，对现在太阳上的人来说，从来都没有过窃天宫，只有天宫。窃天一族早就走了，属于太阳的时代都已经几百万年了。这更说明太阳不是一个新的恒星源世界，它是地天级世界炎黄地星陨落后的样子，大概就是大火球毁灭后。 剩下一粒火星的感觉吧，这些真相都让李天命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把这窃天书重复翻了好几遍，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窃天一族曾经强盛却仁慈，在地心陨落后仍然保护残民，甚至告诫后辈不要影响太阳的安宁。李天命已经接触不到其他的窃天一族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渴望着去了解他们。这一本窃天书上那一位叫做李晴婉的先辈的笔记，让他感受到了血脉的归属感。 窃天一族，偷窃不是光彩的事件，可是他们的道，那种君子之风的感觉，让李天命极其向往。他不认为这是错觉，他真的感受到了。最后谨记两字，不多赘述，便是对自己族人的信任。太阳就是陨落的炎黄帝星，这样一来，很多事情都可以解释了。李天命整理了一下思绪，去用这本窃天书攻克自己以前的疑惑。第一九一零章真相大白，第一双神血脉。 他看了看自己，不出预料，所谓双神血脉，就是同时拥有半生兽和食神的修炼者。这是曾经炎黄神族的核心，如今肯定已经灭绝，所以我和青羽才会惊世骇俗。想起曾经的炎黄神族竟然拥有双神血脉，可见他们当时到底有多强。就是不知道现在炎黄天域是否还存在，毕竟内斗总有胜利者，但有可能不叫炎黄天域了。有一个事实。 李天命估计，万宗和秩序天族都不能接受。那就是，万宗御兽师和秩序天族食神修炼者，他们祖上竟然同源，他们都是从炎黄神族分裂出来的。现在斗得厉害，无数年前竟然是一家。当然了，所谓同源，起码都是数百万年之前了。时间太过久远，真要告诉所有人真相，万宗这边的御兽师也不可能对秩序天族有什么好感。历史是历史，现在是现在，太阳。 就是这个世界的新篇章，在轩辕龙宗的历史上，说他们的祖先以前是普通人族，在始龙洞得到了半生兽本源之龙，然后繁衍出了轩辕龙宗。这很可能只是一种神话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毕竟新生的人，没有人经历地心陨落，真相早就被历史埋没。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窃天一族为了保护残民，给他们抹掉了历史，以防消息走漏。这个问题，李天命得重新问一下圣龙皇，关于始龙洞和轩辕龙宗来源，到底是传说？ 还是真实历史，起码从窃天书看，应该是传说。如果是历史的话，那没法解释万宗其他御兽师的由来，比如天神剑宗、神武皇朝这些御兽师，他们又没本源之龙，哪里来的？到这里，一切都畅通了。李天命心里大概只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炎黄大陆也叫炎黄，它就在太阳下面，那么这座大陆和炎黄帝星有没关系？炎黄大陆还有混沌天牢，这一点。 窃天书没有记载，他也不知道，炎黄大陆这个炎黄的名字由来，好像也极其古老，现在已经没法考究由来。综合这些信息，太阳帝尊攻击万宗守护结界的根本缘由呼之欲出。李天命终于明白了，窃天书记载，炎黄守护结界的核心是炎黄棺，所以说，炎黄棺这一件神器，它还充当了一种结界核的功能，而且比太阳界核还恐怖。它控制的是曾经的地天级恒星源世界炎黄帝星的守护结界。 所以在没法打破天宫神界、拿下无心虫的情况下，太阳帝尊攻击万宗守护结界，就是要将更强的炎黄守护结界给撑起来，以此对抗天狼星。也就是说，太阳帝尊因为得到了炎黄棺，他也知道了史前太阳的事情，知道他们和万宗共同来自炎黄神族，真相大白，怪不得太阳帝尊那么有底气。只要炎黄守护结界打开，哪怕太阳上的修炼者远不如加起来达到太阳四倍的天狼星。 这个曾经的地天级星辰守护结界，不管它衰弱到什么程度，估计也很恐怖。如此一来，哪里用得上太阳界核？帝尊不怕损失，疯狂进攻万宗守护结界，就是为了让炎黄神柱在重要地点吸收恒星元力量，撑起炎黄守护结界。这一件事已经是定局，阻止不了。无数年前的窃天一族，让后人不要打扰太阳的安宁。可是现在弄出炎黄守护结界的人是炎黄神族的后裔，那就不是李天命乱来了。 或许这也是好事，最起码太阳不能沦陷于天狼星。大敌当前，在这件事情上，李天命暂时没法反对太阳帝尊。而且这时候，银尘已经告诉他，外面的炎黄守护结界已经撑起来了。李天命不用出去看，他都知道，他的模样一定和那一幅画中那金红色的火焰结界相同。他翻着《窃天书》，重新看了一遍《九龙剑》，结合自己在那幅画中看到的超级九龙地藏，李天命基本上可以肯定。 这九龙地藏根本不是外来产品，它就是炎黄神族的星海神剑，而且目前绝对不是它的最终形态，那幅画中的样子或许才是它本来的最强的样子。而且窃天书还说它是炎黄巨变结界的核心，连神兵利器都能作为结界核，星海神剑作为结界核，李天命也不惊奇了。毕竟这炎黄巨变结界可是曾经地天级世界的根基，对任何一个星辰来说，巨变结界的重要性。 都在星辰守护结界之上，这等于李天命手里又多了一个底牌，而且超过太阳神功，堪比炎黄关。这么说来，秩序天族古老传承下来的太阳神功都有可能来自窃天一族。问题是，李天命现在还完全没挖掘出九龙地藏属于炎黄巨变结界核心的那一部分，可能和第九剑有关系。那是九龙天劫剑的最后一剑，也就是说，连九龙天劫剑都是史前太阳的修炼成果。 真不知道这个陨落星辰里还藏着多少曾经炎黄神族的盛世结晶。世界太辽阔，还得慢慢挖掘。李天命知道，当务之急，他可能还得抓紧时间搞定九龙天劫剑的第九剑。届时，九龙地藏是不是真的炎黄巨变结界核心，显然就会有答案。如果真的是，那么他等于在失去先机的情况下，能为万宗和自己夺回一些，最起码没让太阳帝尊独霸太阳。 炎黄棺是帝天级世界的神物，它的身上也有很多的秘密。其中最关键的试验品，或许就是帝尊借助炎黄棺，想要制造出曾经炎黄帝星的双神血脉。也就是说，混沌天牢里的李氏圣族，真的和秩序天族有关系？上次那李无敌还和自己说，秩序天族的先祖也叫李神霄呢。这一点没法确定真假。不过，秩序天族传说中，他们第一代先祖是一个九节存在。以窃天书记载的历史来说，这也就只是传说。 这一个九劫存在绝对不是秩序天族的起源，毕竟这货也是人生的，不可能凭空冒出来。这个秩序天族先祖其实可能就是后太阳时代诞生的第一批人。第一九一一章九只眼睛，因为炎黄冠在太阳帝尊手上，所以关于试验品、双神血脉这些信息，包括他们如何进混沌天牢、哪里是圣族做试验品等等，李天命都没法知道细节。反正太阳帝尊这家伙就是想靠炎黄冠重建炎黄神族的辉煌。 从现在看来，李无敌、李清宇都已经算是拥有双神血脉的炎黄神族了。当然，李天命也算。有趣的是，他的半生兽来自父亲李牧阳，而杰伦其实来自母亲魏晋的第十世转生。魏晋祖上有李氏圣族血脉，虽然他不姓李，但李天命其实也算是纯正的李氏圣族。所以，帝尊和他的祖上真的制造了李氏圣族的话，那李天命也算是他们半个产品。这样一来，李天命也算是半个炎黄神族。 关于试验品的细节，如果有一天李天命能拿下帝尊，拿到炎黄冠，可能他就知道了。比如说，谁把李青宇从混沌天牢带到月之神境？如果是帝尊，他就直接带到秩序之地了。这也是李天命想不通的一点。除了关于试验品的细节，基本上其他一切都理顺了。更甚者，李青宇的古神血根本就不是什么星空秘境所得，这绝对是纯正的史前太阳炎黄地心产品。 说不定也就是从那炎黄关来的，M C 零，如果有解药，说不定也在炎黄关中。如果帝尊没得到炎黄关，他应该强不到这种程度。天狼星蠢蠢欲动，虽然他们更强盛，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陨落后的地天级世界。这是太阳和紫耀星的根本不同。紫耀星仅仅只是紫耀星，太阳是上古怪物的遗体。最起码那个第九纪元混空纪万和元年，李天命感觉挺久的。 就是不知道第十纪元末期距离现在多久。拿走了窃天书，左边这间内屋的玄机基本上都在手上了。李天命扫视一眼，确定这一间内屋没有其他，他便从其中走出来，回到了外屋。他重新看了几眼那幅画，曾经炎黄帝星的壮阔重现眼前。这一幅画和窃天书共同为李天命构建了一个超越道玄星域天到一二三星的超级世界。这一座存在数百万年以上的天宫木屋，竟然是窃天一族的族魂所化。 一族之魂能凝结成事物，秉承一个意志，守护苍生数百万年。我们窃天一族到底是何等神奇之族？对比炎黄神族的身份，窃天一族更让他向往。他可以算是窃天一族和炎黄神族的混合产物，说起来还挺有渊源。他的目光转向右边，那边还有一间内屋。炎黄巨变结界的秘密在九龙地藏上，所以这个房间内应该就是半个太阳界河了。现在太阳的巨变结界和星辰守护结界。 来自窃天一族，这样的话，李天命感觉自己掌控着半个太阳界核应该不成问题。现在炎黄守护结界的威力还不能确定，帝尊那边也有半个太阳界核，我还没搞定九龙地藏，先掌控半个太阳界核也是一种资本。不知道为何，在这木屋内，李天命有一种格外安宁的感觉，就像是无数先辈的灵魂簇拥着他前行。他来到了最后一间内屋前，轻轻推门。嗡、哦，门内一股力量。 直接将他吸了进去。轰隆！他如同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好大！天旋地转后，他来到了一片白色的空间内，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球体，它由密密麻麻的天神纹组成。这就是真正的太阳界核。知道他来自窃天一族后，李天命信心陡然大增。正常来说，以前的天宫成员应该到不了这里。这个太阳界核基本上是由木屋的意志掌控，天宫成员只是服务于窃天族魂。 无心虫吞掉木屋，也只是掌握了表层的天宫神界，很可能这半个太阳界核从没让人掌控过。李天命也不需要其他媒介，他朝着那边靠近，到达这太阳界核旁边，那雪白纯净的光芒如心脏一样跳动着，显得极其瑰丽。嗯，他的目光穿过了厚厚的天神纹，如果看到这太阳界核的内部有几道红光，一共九道，那是什么？李天命伸出左手黑暗臂，其上窃天之眼瞪得老大，不出预料。 他这黑暗臂直接伸入了太阳界河当中，这太阳界河直径都有上万米，结构无比复杂。李天命就这一只手，肯定伸不到他的球心位置，但是他的窃天之眼却可以看见。因为天神纹的流动，他这只眼睛伸进去后一直在看。终于，他越过了无数的空隙，看到了核心。这是李天命眼睛一亮，他发现太阳界河的球心位置有着一块巨大而古老的寒冰，它基本处在静止状态。 而这寒冰内正冰冻着九个古老的东西，那是九只眼睛，难以想象被冻结这么长时间，这些眼睛还在。或许这和太阳界核的封闭和保护有关系。这是九只太古邪魔之眼，李天命的窃天之眼是由武幽的太古邪魔之眼构建而成的，目前开启了窃命魂和窃天机两个能力，但这两个能力有点鸡肋，一个不敢用，一个只对比较弱的魂灵有效。但是这窃天之眼内肯定是还有很多玄机的。 说白了，这只眼睛才是窃天一族核心的核心，而太古邪魔之眼就是窃天之眼最好的养料。如果这些太古邪魔之眼还能用，我岂不是血赚？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多融合几只眼睛，而且他应该得彻底掌控太阳界核，才能进入深处拿到这些眼睛。不过，只要有希望，他肯定是会去争取的。这让李天命更有一种眼前一亮、曙光降临的感觉。只是乐着乐着。 他忽然想起了太古混沌巨兽的梦境，那一只黑暗大手，六边形鳞片就是放大版的黑暗壁，更夸张的是，他掌心的眼睛就是无数血红色的复眼。李天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已经让他不寒而栗。第一九一二章无双养颜丹。天宫神界内，接近千万的万宗神阳王境强者纷纷抬头看着苍天之上火烧云的巨变，一层厚重的天幕。 和火烧云重合在一起，遮盖了天空。那一层将秩序之地彻底封闭的天幕，便是炎黄守护结界。然而，在李天命出来之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以为是李天命已经掌控了天宫的太阳界河，并且和太阳帝尊在开启星辰守护结界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当然，在天宫神界内，这一批人还是知晓星辰守护结界具体模样的，所以他们很奇怪。当他们得知。 这结界是从万宗前百宗门的山门内出现的金红色擎天神柱撑起来的。后，他们便更惊奇了。望着这令人敬畏的火焰天幕，人们讨论的热火朝天。也就只有李天命自己知道关于这炎黄守护结界的真相。讨论归讨论，每个人都无法改变，只能接受这个事实。现在的太阳，整个星辰的节奏都由太阳帝尊把控。天宫神界内这批人都是战败者，包括李天命。接受了事实后，大家的讨论便减少了。 人们偶尔看一眼太阳界河，那里面有他们的精神信仰。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他。这是万宗几乎所有人的态度。就因为李天命那一次逆行，虽然他们成了战败者，可人和人的心却完全拧在了一起，坚不可摧。小峰，小峰哥，于子谦笑嘻嘻来到角落里，将正在修炼的叶凌峰和李青雨打断。干什么？叶凌峰睁开眼，于子谦蹲在了叶凌峰的旁边，问：“昨天给你的神丹，感觉药效如何？” 还行，比以前好一些，说明你进步大了，吞界神鼎用得更好了。叶凌峰道：“那是，打架我不如你，但是炼丹这活，我可比你强。”于子谦嬉笑一声，说完又从须弥之界里拿出了几个玉瓶，他心疼的看了几眼，道：“这是今天的成果，有一枚的成效，足足达到了六阶的水平，这说明本人已经是六阶炼丹灵师了，牛吧？厉害！”叶凌峰接过了那玉瓶，看了他一眼。 谢谢你了，干干干！哎，我去，怎么连你这么老实的人都会用我名字捉弄我了？我不服！于子谦咬牙切齿道。他这滑稽的样子倒是让旁边的李清雨都被逗笑了。于子谦这个名字确实自带笑点。喂，哥们，辛苦给你练的，不先尝一口？当场品尝才能给我点建议吗？说不定还能改进。于子谦忽然对叶凌峰道：“尝，行啊。”叶凌峰正想把玉瓶给收起来。 听于子谦这么说，他就打开其中一个玉瓶，倒出了一枚雪白的丹丸。那丹丸浑圆且晶莹，看起来十分剔透，就像是一粒珍珠一样，看起来毫无杂质。这叫灵神心丹，具有……哎，于子谦正要介绍呢，没想到叶凌峰动作快，还没等于子谦说完，叶凌峰就将那雪白丹丸丢进了胸口，以原始之门瞬间粉碎。还不错，还有甜味，药效也可以。谢了，叶凌峰道。你每次都是用胸吃丹药的呀？ 于子谦头疼道：“嗯，效率高一些不行吗？”叶凌峰道：“行是行，就是怪怪的。你要说你这破洞还能品尝出甜味，那我是不信的。你还不如用嘴品尝。”于子谦翻翻白眼道：“他说话偶尔会停顿一两下，就跟复述似的。表情虽然夸张，但略微有点生硬，更强行模仿似的，这让叶凌峰感觉有点奇怪。命魂好像没问题，魂灵应该没受伤。他只看了两眼，也没有多想。” 就在拿出一粒灵神心丹扔进嘴里，也是一口吞下，道：“确实有甜味，这样行了吧？”“行，哈哈，够兄弟。”于子谦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其实都一样。”叶凌峰心里吐槽一句，便也没多说，毕竟他这是拿人嘴短。他本以为于子谦要重新回去炼丹了，没想到他又偷偷拿出一个红色的玉瓶，面向李青宇，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不再嬉皮笑脸，道：“青羽妹妹，你这情况细节上我也不懂。” 不过呢，我这几天求问我那随身老爷爷，大概也能猜到一些。大概古神血这东西确实是一种造化，奈何副作用似乎也确实无法避免。按理说这还是一种好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你啊。不过我那随身老爷爷倒是教我炼制了一种叫无双养颜丹的妙药，据说有养颜美容的奇效，药效不算猛，用的草木神灵层次挺高，是七阶的无双滴露。虽然是第一次炼制，但成效我看还不错，你可以试一试。当然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哈。 就当是缓解一个好心情吧。如果真有效用，那我每天都能给你提供。和李清雨说话的时候，于子谦一改常态，变成了一副很值得信任的样子。那多谢你了，于大哥。李清雨愣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那无双养颜丹。他确实没抱有很大希望，因为古神血的魔咒肯定没这么容易解除。不过，就如于子谦所说，就当缓解心情，那也算不错吧。病急乱投医，乃是所有人的正常心理。不用客气，我能有今天。 全靠你哥所赐，他可是我的大恩人，我当然得狠狠的报仇！报仇！”于子谦笑道，“多谢。”李青雨把瓶子收下，前方忽然出现了一道光，他抬起头来，冲着于子谦背后惊喜的喊道：“哥！”李天命正在和龙婉莹说话，听到李青雨喊声，他回过头来和他笑了一下。他这次出来，主要是将木屋中的发现传递给龙婉莹，同时也传递给圣龙皇等核心人员。我马上就重新进去了。木屋里关于炎黄帝心的事情。 银尘会慢慢跟你说清楚。我刚刚预测了一下，这次掌控太阳界核可能得很长一段时间，短则一两个月，长达半年都有可能。所以，我得尽快。李天命慎重道：“明白，外面的事情交给我，有什么事情，我都让银尘向你通报。”龙婉莹认真道：“成。另外，九龙地藏这边还在持续充能，暂时不用管他。好的，我妹这边若是有空余，帮我多开导、安慰一下。”李天命道。 嗯嗯，这个你放心，莹姨可是知心大娘，这事儿我擅长。龙婉莹道：“行，那我先撤了。”李天命向于子谦、叶凌峰和李清雨那边挥挥手。时间紧急，他就不过去了。不过他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于子谦额头上的天字印记已经消失了。第一九一三章界核入体，这说明天字印记确实来自无心虫。无心虫一死，他留下的烙印也消失了。李天命没有多想。 掌控太阳界河是一项重大工程，他这次出来，第一是为了亲眼看一下炎黄守护结界，做最后的确认；第二则是当面和龙婉莹开个头，后面炎黄帝星的细节就让银尘这只卡顿虫慢慢说就行了。他虽然说的慢，但毕竟有的是时间。转眼之间，李天命就回到了木屋内，来到了那右边的内屋，那直径万米以上的雪白球体再度出现在眼前。之前李天命已经熟悉过了，毕竟这是窃天一族的作品。 对后人还是非常友好的，历代天宫成员都不会有李天命和太阳界河的契合度。说实话，太阳帝尊那边的太阳界河也会和李天命有很高的契合度。先前一个时辰时间，李天命在这太阳界河表面试探，任由着太阳界河的玄奥力量顺着黑暗壁往自己的身体游走。据说，掌控巨变结界核心最好最契合的状态是将这结界核如幻神一样融入体内，它不会相当于幻神，幻神能攻击。 守护和生命绑定，只是这种掌控模式类似幻神，它的好处是，一旦成功，李天命等于融入了整个星辰之中，对聚变结界和星辰守护结界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起码比他用船舵结界驾驭九龙地藏这种模式方便高效，而且别人不容易抢走。坏处是，如果李天命被杀，那这太阳界核就会跟掉宝似的掉出来，而不会如幻神一样和李天命同生共死，所以。 他的融合肯定没幻神那么深，充其量只是将李天命的身体当做一个载体。这种融合方式，以前历代连木屋都没真正进过的天宫成员肯定不行。秩序天族那边历代帝尊掌控另一半的太阳界核也没法以这种方式，因为他们不是窃天一族，而且他们也没有身体承载幻神的基础。李天命现在全身戒子都是太一塔的形状，根本已经改变，他更像是一个无穷的结界体。太一塔给他带来的蜕变。 不只是一个太乙幻神，还有以肉身承载各种结界的能力，所以他才从刚才的试探和尝试中，发现自己拥有这种将太阳界和融入体内、随身携带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他需要比普通掌控方式更长的时间。现在炎黄守护结界开启，天狼星尚未降临，他有这个时间，而且这个融合过程，他还能分心琢磨九龙天结界的最后一剑。所以他当场做出决定，干，说干就干。作为窃天一族。 除了我爹给我十二个蛋蛋之外，我还没享受过其他我族福利呢。希望先辈们建造结界的时候多为我考虑考虑，让我尽量省事一些。李天命信心满满，以黑暗壁为媒介和通道，引领着整个太阳界河的天神纹稳步有序进入自己身体。咦，不是十个蛋吗？哪来十二个蛋蛋？仙仙听得一口雾水，没人理他，反正懂得都懂。啊！李天命发现先辈果然没让他失望。 太阳界和识别出他是窃天一族后裔后，基本上相当于主动上来当舔狗。就这样，两者你侬我侬，开始融为一体。李天命现在的结界体极度适合承载结界，那些白色的天神纹融入到他的太一塔戒子中，完全不和无忧幻神、太一幻神冲突。人体虽然小，但奥妙无穷，尤其是天星轮之体，拥有无数戒子，看起来小却能承载很多的内容。在李天命自己的努力还有太阳界和的主动之下。 这偌大且稳定的结构一步步融入体内，一点点重新构建，直到最终他的身体会成为新的太阳界核。那些天神纹刻在了一个个微型太乙塔上。从开始，李天命就明白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了难度。虽然没有难度，但因为太阳界核体量太大，结构复杂，天神纹万亿，一点都不能出错。如此一来，该需要的时间基本上一点都不能少。目测得三个月到四个月。李天命松了一口气，起码。 能赶在天狼星降临之前，这几个月天狼星是没有威胁的，那就得看这剩下几个月时间，太阳帝尊是要备战天狼星，还是要搞其他事了。现在李天命稍微有些担心的就是秩序天族发动所有上神，从北到南地毯式清扫。秩序天族有人数优势，如果真的这样，那万宗流离失所的百亿上神会相当难受，甚至死伤更惨重。这样的话，秩序天族也会进一步的损伤。 我们万宗失去了所有守护结界，除了我之外，对秩序天族来说似乎已经没有威胁了。他们已经宣布太阳一统了，所以正常来说，帝尊应该不会做得这么绝。他之前不惜牺牲大量秩序天族去攻下万宗守护结界，只是为了炎黄守护结界，而不是灭绝万宗。如果在目的达成后，帝尊还死缠不放，拿秩序天族的命去屠灭万宗，到时候两败俱伤。等天狼星真正降临，就能坐收渔翁之利。正因为这些，李天命。 龙婉莹他们都判断这一层风险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太阳帝尊是个疯子啊，他总是做不合常理的事情，所以不能懈怠。他还是让银尘时刻盯着整个太阳的变化。那接近三亿的秩序天族大军并没有离开万宗，而是分散了开来，分别侵占了天榜前一百的宗门，开始留下来，在炎黄神柱的旁边，万宗原先守护结界的基础上建造秩序天族的结界。他们这是要将万宗最好的地方。 彻底收入囊中，这很正常。往后时间越长，对万宗越是不利。然而活下来的万宗战士并不着急，因为只要他们有李天命在，只要所有人没死，就永远拖得起。第一九一四章，他疯了。幽暗的星空，一艘幽影青狼突破了那一片黑暗混沌的星域，在无数的碎石星辰当中撞了出来。轰隆！忽然，眼前有刺眼的惨然白光穿透而来。 这一艘星海神舰内，所有人睁开双眼，往前看去，只见前方深渊一样的星空当中，一大一小两个惨白色的星辰正在交互旋转，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震得周围星域都在颤抖。回家了！幽影青狼冲进了大天狼星中，瞬间被白色的烈焰所吞没，而那小天狼星则散发着阴冷的寒光。就在幽影青狼回归后的半个时辰内，这两大天狼星忽然爆发出更刺眼的光芒，它们互相旋转前进，越甩越快。 他们喷发出无数的烈火和寒气，在交互旋转之中撞进了那一片黑暗星区当中。轰轰轰！无数的星辰碎石破灭。嗡嗡<汪>！得知清明幽渊的噩耗后，天狼星并没有退却的意思，而是加快了速度，朝着太阳奔袭而来，就像是草原上的饿狼。他们在狩猎的时候，先是被猎物打出血，吃了一个闷亏。然而，这只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杀念。以狼的精神，自然不吃到肉，不死不休。 时间过去一个月，炎黄守护结界开启一个月，在得知天狼星的消息后，整个太阳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直到炎黄守护结界开启，这一个月，秩序之地从混乱变得稳定，再变得斗志昂扬，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如果说秩序天族和万宗之战战场没波及到踏天之境以下的凡人，而现在的恒星元战争，一只鸡都没法避免，更别说凡人。这是属于全体太阳生灵的战争。这一个月。 秩序天族不用说，肯定以太阳帝尊为君王。而万宗这边，很多人的内心其实也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不知不觉后，很多人因为敬畏帝尊，从而默认万宗战败，默认御兽师此后被食神修炼者压迫，默认帝尊是太阳帝王，默认他要带领太阳打赢一场恒星元战争。李天命，万宗只会被慢慢遗忘。其实，默认帝尊接下来会带领太阳和天狼星决战，并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这场战争后。 万宗御兽师会是什么地位？如果太阳生死存亡，万宗御兽师还是会参战。如果输了，太阳灭亡，秩序天族和万宗全死；但如果赢了，作为胜者，万宗御兽师却还要接受秩序天族的奴役，向秩序天族俯首称臣，这就难受了。所以说，这个时间段的万宗御兽师是最为尴尬的，他们无比迷茫，没有人知道前路在何方。有人因为敬畏帝尊，已经悄悄臣服。 有人想和太阳共存亡，但却不愿意屈服帝尊，不愿意让子孙后代失去应有的地位。和气势冲天的秩序天族不同，万宗现在风雨飘摇。如果不是圣龙皇、北斗剑尊等人还在暗中稳定大局、平稳人心，这边绝对不战先乱。目前应该可以说，太阳帝尊已经将秩序之地征服、整合的差不多了。关于和天狼星的战争，他们已经备战完毕。然而，距离天狼星降临，还会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太阳帝尊会做什么？这很关键。所以这些时日，圣龙皇等人时刻在注意秩序天族的动向。上次被第二艘天狼星星海神剑搅乱后，他们本部已经休整一个月了。就在这一天，银尘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这个消息让万宗再度陷入混乱和不解当中。怎么可能？他疯了！不管是圣龙皇，还是北斗剑尊，甚至是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是这个反应。 都觉得太阳帝尊疯了，那是因为炎黄守护结界开启一个月后，在天狼星到来之前，他宣布派出两百五十亿上神修炼者进驻万宗疆土。这一个月，他们已经在原先的万宗山门上初步建造了一些守护结界，可以暂时使用。这两百五十亿秩序天族上神会进驻原先的万宗山门，然后辐射开来，以万宗山门为根基，补给地毯式诛杀，将万宗残存在各地的力量清扫干净。命令已下达。 两百五十亿上神正在组建，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实话，这些人抽出来后，秩序天族那边剩下的上神都不多了，这势必会造成南北失调。可以说，太阳帝尊为了灭绝万宗，这次更是下狠手。只要清除掉几十亿万宗上神，那么万宗从此一蹶不振。天狼星还没到，万宗先死。他到底在想什么？就算以宗门为依托，要将我们这么多人杀干净，他损失也会很大。到时候没有万宗。 只靠他打剩下的秩序天族，拿什么和天狼星斗？天狼星那么大，光是上神数量，估计都是我们加起来的四五倍以上。三四个月时间，秩序天族真的发狠，我们真的无处可逃了。这么多人覆盖出来，我们的守护结界都没了，除了天宫神剑，再无退路。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帝尊疯了，大家都疯了。这样的恐怖级别消息根本隐瞒不了，很快就传遍万宗，让所谓敬畏帝尊、正打算臣服的人。 彻底绝望，本以为跪下就可以，然而这个封王根本就没给万宗跪下的机会。跪下，照杀！他要先清干净万宗，再独斗天狼星。一时间，整个万宗陷入了更大的深渊之中，甚至连山野小城的平民凡人，此刻都瑟瑟发抖。两百五十亿，从北方一路往南方碾压，太阳确实很大，藏身之地很多，可也经不住这样的清扫。这火焰龙卷风卷过。 天狼星还没来，这一个太阳或许就会被鲜血染红了。得到这个消息后，龙婉莹眼眶通红，她也想不通，也没辙了。弱者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只能来到太阳界河前。她知道李天命肯定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不可否认，这一个年轻人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顶梁柱。英一，稍等，我半个时辰后出来。就在龙婉莹心慌的时候，这一句话让他的心安定了下来。 第一九一五章超级天宫，李天命没让龙婉莹久等，半个时辰他就从那太阳界河当中出来了。当然，龙婉莹他们看到的太阳界河其实只是外层。搞定了吗？龙婉莹见他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似乎一点都不慌，他也因此放松了一些，看着李天命的眼神里充满了期望。还没呢，体量太大了。如果搞定，不管是星辰守护结界还是聚变结界，只要我掌控的范围，基本上全部由我意念驱动。 这需要融会的天神文太多了，估计还得三个月左右。这段时间，李天命基本忙得天翻地覆，他一边自动吸收融会太阳界核，一边琢磨那最复杂的第九剑，几乎一刻都没停歇，只有偶尔去一下幻天之境。然而江飞凌并没出现，林潇潇出现过一次，报了平安，李天命便因此没多想。虽然忙碌疲惫，但起码是朝着希望前行的。如果不是外面出事，他都不会出来。嗯，好吧，天命。 银尘应该第一时间跟你说了太阳帝尊的新战令了吧？他这是要在天狼星降临之前将我们万宗赶尽杀绝，再单独对抗天狼星啊！此举太过冲动、疯狂。说起这一点，龙婉莹对那太阳帝尊又是敬畏又是怨恨。这人从不按照套路出牌，如此暴君，时时刻刻都让人如芒在背。我知道了，李天命点了点头，眼睛也多了一些锋芒。你怎么想？龙婉莹问，也没怎么想。 太阳帝尊做这事，以他以往的风格来说，算在情理当中吧。我也没指望他在这几个月能安分。李天命道：“距离天狼星降临有一个空档期，反正太阳帝尊不会让李天命能舒舒服服留在天宫神界内发育的。那怎么办呢？”圣龙皇、北斗剑尊、九阳武尊他们目前还能和各自的宗门修炼者保持好联系，一旦被冲散，就只能靠银尘了。龙婉莹峨眉微皱，这种局面。 实在让他操碎了心，盈盈莫慌，我有应对之策，可以很大程度化解帝尊这一次战令。当李天命自信、镇定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龙婉莹眼泪都快出来了，她狠狠的捏了李天命耳朵一把，急躁道：“快点说啊，别卖关子，急死我了！”哎哎嗨嗨,嗨，你先饶了我吧。等他松手了，李天命这才清了清嗓子，抬头看向头顶上这一个最近的屏障，道：“天宫神界是九阶秩序结界。” 但也是聚变结界的延伸，属于我们这一个太阳界和掌控的部分。当初被建造出来，就是为了守护天宫和这一部分太阳界和的。其实它的范围并不是现在这么小，只是没被真正开启而已。我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掌控太阳界和，但根据已掌控的部分，我能让天宫神界扩张到原先万古地龙无极结界的十倍大小。早在十几天前，李天命其实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简而言之，天宫神界就像是聚变结界的一个外扩基地。 就是窃天一族预留来保护太阳界核的。从理论上说，天宫这一个太阳界核的重要性，在帝尊手里那个之上。比如天宫神界就是证明。现在的天宫神界，对比这偌大的巨变结界，只相当于巨变结界上的一个疙瘩，它处于一个未撑开状态。李天命根据已经掌控的太阳界核部分，他有把握将其撑开，最起码顶部能顶到天上的火烧云去。当天宫神界到最大状态的时候，它也像是一根柱子，能撑到星辰守护结界上。这样一来，它的覆盖范围。 就比以前要大多了，不再是小型九阶秩序结界，这是窃天一族的作品，自然比万古地龙无极结界要强很多，十倍。听到这个倍数，龙婉莹久久没反应过来。T T can call，半天后，他才惊喜道：“十倍的范围，那就是覆盖整个无天之境了、啊。也就是说，几乎万宗所有的上神都能躲到我们这里来。”对，他的建造初衷本来就是覆盖整个无天之境。”李天命道。 无天之境是太阳南极的恒星源喷发口，这里是太阳上恒星源最浓郁的两个地方之一。天宫神界建造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覆盖无天之境的。李天命想了一下，继续道：“原先万龙神山大约有百亿上神，其他天榜前十宗门聚集了二三四流所有的修炼者，加起来大概也有五十亿以上。无天之境虽然不大，但委屈一下半生兽挤一挤还是可以的。万龙神山十倍的范围不算拥挤了。”龙婉莹兴,兴奋道。 以前万龙神山那才叫拥挤，挤得透不过气来。那一段时间，很多半生兽都快要被逼疯了。莹姨，我已经直接让银尘去通知万宗所有上神修炼者，同时让他们口口相传。接下来所有人都会在秩序天族大军到来之前南下到达无天之境。你在这边做好安排和统筹，让大家安顿下来。没问题，这个我擅长。龙婉莹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先前的紧张全部消散。她抿嘴轻笑：“你这孩子。” 总是在绝境中让人又看到希望，这一次怕是那太阳帝尊又要被气死了，只能说是先辈庇佑吧。李天命道：“如果不是先辈建造了天宫神界，他也没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之前万宗散尽的时候，李天命就让银尘尽可能的注意所有人的动向，也让大家保持联络。接下来，通过银尘通告圣龙皇他们统筹，还有万宗战士之间通过传讯时的口口相传，这么大的事情。” 估计不会有万宗战士会遗漏。秩序天族那边战令刚刚下达，二百五十亿上神还没征集完毕。等他们形成阵仗南下，游离在太阳南极附近的万宗战士早就已经进无天之境了。这个时间差，李天命的反应肯定比太阳帝尊快。对于普通上神来说，从太阳北极到太阳南极，那还是相当遥远的。两百五十亿太阳神宫都没法一批一批的运送。这本是几个月时间的战略行动，现在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一九一六章两百亿。李天命只能说木屋救险来得太及时了，这也归功于他打败了吴心虫，才能在这绝境之中找到真正的生路。说实话，这大型天宫神界一开，我们万宗基本立于不败之地了。虽然长期下去修炼资源会短缺，但那也是几十年的事情了。龙婉莹感慨道，因为万宗大部分战士都不是被击败而失去守护结界，而是主动撤出。 这就导致每个宗门基本上都将祖上几十万年储存的修炼资源随身携带，包括传承天魂。一个十倍于万龙神山的地方，还有最好的恒星源条件，加上并没有被掠夺的修炼资源。龙婉莹说的几十年比较保守，几百年问题估计都不大。当然，几百年躲在一个地方，那也太难受了。这都是后话。李天命通过银尘，基本上将万宗汇聚无天之境的信息传递了出去。每个收到消息的人，往正南方走就行了。 每个万宗之人基本上都有有朋友，大家用传讯时互相通知，加上银尘遍布太阳，还有各自宗门宗主的传讯，之前失散的万宗战士应该不会有漏网之鱼。秩序天族上神军团南下需要的时间比那三亿精锐都要长得多，我们时间还是充裕的。就算如此，李天命也得赶紧先把天宫神界撑开。行动！万宗上百亿上神刚刚得到秩序天族传来的噩耗，马上就得到李天命带来的喜讯，心情直接冰火两重天。 李天命一声令下，万宗战士如潮水一样朝着无天之境涌来。太阳南极那一根冲天火柱成了无数人逃生的希望，谁慢了就会死在路上。如此一来，谁敢怠慢？万一帝尊再出反制之法，那就完蛋了。现在的万宗战士比谁都渴望活着，藏在山野终日慌张，担心秩序天族南下扫荡，这怎比得了留在九阶秩序结界中？说实话，几乎所有人。 都没体验过九阶秩序结界呢。现在太阳被炎黄守护结界笼罩，一旦天狼星降临，天宫神界就是界中界，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于是乎，传讯时在太阳南方纷飞，无数的人潮如同过江之鲫，涌向南极。圣龙皇、北斗剑尊等人得到这个消息，也极其振奋。万宗所有同胞终于能聚集在一个地方，和秩序天族、天狼星决一死战了。 天宫神剑，天宫神剑，万龙神山战败后，这是万宗最大的好消息。尤其是天神剑宗等宗门，他们都没和秩序天族真正交锋过，就被迫背井离乡，实在太憋屈了。曾经离开就是为了活着，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寻找机会重夺家园。在这之前，李天命已经回到了九龙地藏中，在他的下方就是巨变结界。此刻的九龙地藏。 整个地龙宫都充斥着微型恒星源的恐怖力量，这一种力量超过了人力。那竹筒结界早就刚硬无比，如果不是这里条件不允许，李天命都想尝试一下它的威力了。九龙地藏终于变成了战争兵器，他来到了九龙地藏的下方，这里是聚变结界的边缘，再往下就是地底恒星源世界，那是无数浓烈的金色风暴。这里是聚变结界和天宫神界的对接口，李天命作为结界体，虽然还没完全掌控太阳界核。 但关于天宫神界的部分已经全在体内，开启扩张吧！在他的操纵下，天宫神界发出惊天之变化，外面上千万万宗战士马上就感受到了。轰轰轰！这一个封闭的结界开始疯狂扩张，数万米厚的障壁往四周覆盖而去，如同一场超级风暴，涌向了整个无天之境。轰隆，轰隆！在一个时辰时间的变化当中，这一个小型结界彻底撑开，它覆盖了无天火柱。 成为了一个粗壮的柱状结界，变得和炎黄神柱十分相似，但比起炎黄神柱，天宫神界还要更粗壮，而且它内部几乎完全被恒星元力量所填满，无尽的太阳风暴四处席卷。当然，李天命可以降低天宫神界内恒星元力量的暴动，要不然一些踏天之境的上神进来都有可能被力量风暴撕裂。作为巨变结界的一部分，天宫神界能动用恒星元的力量，它的防御力和杀伤力比万古地龙无极结界强太多了。 完整状态下的太阳神宫都不可能打破，这一个天宫神界撑开，李天命此前飘忽不定的心也彻底安定了下来。他来到外界，也亲眼看到这些神阳王境的前辈们刚刚得知了真相，一个个喜形于色。地龙皇，第一盟主李天命一出现，他们便如看到救世主一样，眼神炽热的看着他。到此刻位置，李天命的众生线还在增加。通知下去，只要是万宗之人，就算不是上神。 都能进天宫神界避难，这里随时为所有同胞开放。李天命宣告：“哦！” oh. 人群欢呼起来。万宗不只有上神，如此一来，天宫神界成了万宗真正的大本营。这样游起来，到最后这里的人口可能都不止两百亿。那一次临死逆行，这一次力挽狂澜，带来全新希望。这样的李天命，万宗的人们怎能不爱呢？他们早就不把李天命看作是一个年轻后辈了，根本没人拿年龄说事。 有的只有众生线和信仰，这种炽烈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亦让李天命的力量越来越充沛，保持着比万龙神山之战更高的水准。以天宫神界为根基，保全性命，所有人全力以赴，万宗同生共死。总有一天，我们会杀出去，夺回我们的家园，将侵略之徒赶出去。抱着这样的决心，最起码好像几乎所有人都有希望了。在危难之中，希望就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半个月后。 当李天命再次从木屋当中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整个无天之境内已经人山人海，万宗再度恢复了繁荣。龙婉莹向他报告，这偌大的无天之境内已经有超过了两百亿的万宗战士。太阳确实足够大，比炎黄大陆大得多，所以一个无天之境才能承载这么多的人。他们的存在也证明，在这场太阳内战中，因为李天命的撤离计策，万宗没有被伤到根本，主体战斗力仍在。怪不得我这段时间什么都没做。 众生线的数量都已经增加到了两百亿。李天命感慨：新来的一百亿和李天命的一百亿同道之人混在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听他们讲述李天命的神话故事，在享受着天宫神界带来的安宁。如此一来，他们加入信仰狂潮很正常。事实证明，人在恐惧、彷徨、失去希望、浑浑噩噩的时候，最容易产生信仰。李天命这也算是趁虚而入了。不管怎么说，他和这两百亿人拧成了一股绳子。 互相造就，在接下来的旷世之战中，对彼此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李天命发现，来到天宫神界后，每个人眼中都有浓浓的希望，他们心里有了底气，他们斗志昂扬，将所有的时间放在修炼切磋上。曾经来自不同宗门的人，甚至世代有隔阂的，如今都放在了仇怨，为了相同的生存目标并肩作战。无天之境十分热闹，有人有激情，这样一个环境。 是所有人一起打造出来的，经历万龙神山之败，走到今日真的不容易。李天命为他们高兴，也为自己高兴。你就放心吧，现在圣龙皇他们也都进来了，外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龙婉莹道：“嗯嗯，有劳各位前辈。”李天命微笑道：“现在秩序天族那边如何了？”龙婉莹好奇问：“停了，没再南下，估计知难而退了。”李天命道：“这么大的天宫神界出现。” 已经意味着李天命拿下无心虫，在战败之后创造了比万龙神山更大的根据地，更难对付。相信太阳帝尊一定会为他头疼万分。嗯，他现在一定做梦都想灭了你。如此一来，我们万宗勉强也算有三足鼎立的资格了。龙婉莹道：“曾经在菩提西皇之间，李天命也有过三足之战，但那一次不同，那一次炎黄大陆就是夹缝中的炮灰，谁都惹不起。而这一次……” 有了天宫神界后，万宗已经很强了，也不算三足鼎立吧，因为天狼星必须得先滚，我们和帝尊的账再慢慢算。李天命道，哪怕太阳帝尊是一个疯子，但有一点李天命可以百分百肯定，那就是他绝对不会出卖太阳，李天命也不会，那就注定这不是三足鼎立、互相牵制，而是天狼星必败，其余再说。大概看了一下无天之境内的现状后。 李天命心里放松多了，他将这里的一切交给龙婉莹他们，再让银尘继续监控秩序之地各方动向，自己再回到了木屋。第一九一七章血腥邪眼，他开始继续掌控太阳界河，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又是半个月，一个月，转眼之间，距离李天命刚开始融汇太阳界河那一天，已经过了三个多月，接近四个月。清明帝尊曾经说，天狼星五个月左右就会降临，也就是说，现在看来。 天狼星一定是在很近的地方，因为炎黄守护结界封闭了太阳，所以李天命和万宗都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说不定离开火烧云都能看到天狼星了。秩序天族那边因为拿不下天宫神界，所以似乎在全力备战天狼星。他们很多的兵力直接转移到火烧云上，镶嵌在炎黄守护结界当中。看来太阳帝尊根本不想搭理我们，他想自己一个人对抗天狼星，要不然他早就上门来求联手了。 你说他是胆大妄为呢，还是真有气魄呢？这种时候被晾在一边，让万宗战士们有些无所事事。他们没法上去，因为掌控炎黄守护结界的不是他们？一旦出去，说不定就会给帝尊直接灭了。如此一来，圣龙皇他们决定保全实力，暂时按兵不动。因此，李天命也全力融汇太阳界河，直接进入了冲刺阶段。这个太阳界河只是一半，一半的星辰守护结界，一半的聚变结界。然而。 关于这两个结界的一半，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聚变结界的一半，这好理解，基本上太阳南半球的聚变结界基本全由我掌控，控制恒星源释放只是一种初级手段。然而，星辰守护结界的一半概念却不同，并不是把一个完整的星辰守护结界分为两半，南半球归我管，而是将其分为两层，上层归帝尊管，下层归我管，两层可以各自独立，都打开的话也能互补更强。 意思就是说，李天命虽然掌控了一半的星辰守护结界，但是他却能将其开启，笼罩在整个太阳之上。只是这个星辰守护结界只是下半层，他单独成界，但威力肯定不如双层齐开，那样才是真正成型的星辰守护结界。对李天命来说，这也够了。星辰守护结界在炎黄守护结界之下，如果天狼星降临，哪怕只有下半层，我还是会将星辰守护结界开启，能挡住多少就挡住多少。 在抵御天狼星方面，李天命和太阳帝尊应该是一条战线上的。后面的主旋律不该是内战，而是外战。即使如此，李天命还是不能让万宗大军离开天宫神界，因为保不准帝尊趁机赶尽杀绝。后面如何行动，全开局面变化。反正秩序天族和万宗暂时休战。眼看着天狼星不远，这一日，李天命终于在大战之前按时完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太阳界核完全融汇身体之中。 轰轰轰！那一刻，他就像是跟这个星辰彻彻底底的融合在了一起，整个人都成了巨变结界的一部分。那足以燃烧数百万年、上千万年的恒星源力量，好像藏在了他的肚子当中。砰砰砰！整个太阳就像是一个磅礴的心脏，轰然跳动，震动着李天命的精神意志。他甚至有一种错觉，他化作了星辰本身。他的眉毛化作树木，身体化作山川江海，手臂化作巍然高峰。他的心脏和太阳的震动。 保持同一个频率，太阳帝尊绝对不可能和我以相同的方式掌控太阳界核。这是修行境界以外的蜕变，更让李天命内心轰动。那种感觉如同醍醐灌顶，让他整个人的眼界对天地宇宙的感觉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作为一个星辰，自然能以不同的眼光看着这无止境的星空。他感觉这个星辰巨变结界的变化，全部都在他的意念之中。能不能关闭万龙神山等地方的恒星源，让炎黄神柱停止力量供给？ 导致炎黄守护结界消失，这是李天命第一个念头。如果能这样，这会让太阳帝尊功亏一篑。正常来说，李天命是可以做到的。他引动浑身天神纹，整个人化作太阳界核，融在了巨变结界上。那一刻，他相当于操纵一个星辰。他选定了万龙神山，不是为了关闭炎黄守护结界，只是为了试一试我是否也有这个结界的主导权。如果有，未来和帝尊对话，他会有更大的自主权。 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很快，他找到了万龙神山的控制区域。嗯，李天命很快就发现，那炎黄神柱霸道的刺进巨变结界中，就像是一个巨型吸管。它除了地面以上的部分，还有好长一节地下部分，一直穿透了巨变结界，延伸到了恒星源深处。也就是说，炎黄神柱所吸收的力量根本不是巨变结界给的，而是它强插巨变结界，粗暴吸食。怪不得对太阳恒星源的消耗如此巨大。 真不愧是地天级的星辰守护结界，窃天一族创造的星辰守护结界也就只是普通杨凡级，聚变结界也是。这种情况下，李天命根本没法关闭炎黄神柱的力量供给。他总算明白，为什么帝尊要选择万龙神山等地方了。因为这些恒星源薄发的地方，聚变结界本身比较薄弱，这炎黄神柱才能刺进去。反观越是不毛之地，比如青云大陆，聚变结界就越厚。这样吸下去，为了撑起这炎黄守护结界。 一天的消耗量起码相当于正常百年，一百天就是一万年。娘了个蛋，真的控制了太阳界核，李天命才无比心疼。这太阳帝尊太败家了，那天狼星加速移动，估计都没这么大的消耗量。当然，这也证明一旦炎黄守护结界爆发起来，它的威力绝对恐怖。星辰守护结界只能靠聚变结界供给，而炎黄神柱自己吸，谁顶得住啊？以前以为炎黄神柱是结界的支柱，没想到是吸管。 操！这意味着关于炎黄守护结界，李天命没辙，他没掌控权。当然，他还是能将下半层的星辰守护结界给撑起来，只是这并不急，随时都能做到。天狼星啊，天狼星，你用无心虫控制了天宫，以为太阳没有星辰守护结界了。现在好了，等你们降临，就会发现这里不但有星辰守护结界，而且还有两种，其中一种还是地天级世界遗留。这份大礼，你们慢慢销售吧。说实话。 这种对决，万宗作为最弱的一方，远离正面战场，反而可能受益。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九龙天劫剑的第九剑，李天命还是一头雾水。这意味着炎黄巨变结界这一部分，他暂时没法掌握。更强的九龙地藏还在想象之中，急不来。太阳界和终于搞定了，现在终于没有东西阻拦李天命去靠近那九只被冰封的太古邪魔之眼了。要不要给武幽留一个？ 李天命忽然冒出这个念头，算了，这二货天天和老子对着干，给你留个毛，说不定这家伙现在就在林潇潇的半生空间内，怂恿林潇潇搞自己呢。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是窃天一族先辈遗留，天下也就只有他自己能享受。这寒冰是元素神灾，怪不得能冰冻这么长时间。李天命只能用体内的火焰神灾剑气慢慢消磨，让那寒冰一点点融化。为了不破坏太古邪魔之眼，他格外小心。 嗡嗡嗡！王王王解冻后，一个个冰块内的太古邪魔之眼就更苏醒了似的，散发出极其浓重的煞气。那眼睛死死的盯着李天命，好像已经活了过来。死！窃天一族，死！天道预言，你们会被灭族！你们胆大包天，丧心病狂！一阵阵凶恶的声音直接在脑海之中响起，这些都是太古邪魔残留的迷幻怨念。窃天一族，吾等邪魔必灭你子孙万代！ 更撕裂的嘶吼充斥着李天命的脑海，他不为所动。在解冻后，他用黑暗臂捏住了一颗硕大的眼睛，锋利的指甲爪子直接将这眼球刺破。一时间，他的窃天之眼诞生一种无穷的吞吸之力，直接将这太古邪魔之眼扭曲、压缩，当场吞了进去。窃天之眼就像是一张大嘴，没想到真的可以吸收第二只眼睛。有第二只，那就可能有第三只、第四只。他暂时没动。 而是体验着吸收了第二只太古邪魔之眼后眼睛的变化，可以看到一股浓重的血腥煞气在这只眼睛上环绕，这让李天命本人都晕乎了一下，整个人变得凶戾残暴起来。他费了好大劲才将这种念头压下去，继续量变引起质变。还有八个，李天命盯上了剩下的眼睛，他开始将剩下的眼睛一个个解冻吞下。整个过程中，他心里的邪念不断增加，直到剩下最后一只的时候，他连脸上的双眼。 都已经变得满是血丝，看着最后一只眼睛，李天命阴森冷笑了起来。第一九一八章窃天手魔天臂。目前为止，李天命窃天之眼里太古邪魔之眼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九个，剩下一个也已经被他捏在了窃天之手中。他目露血腥凶光，这自然是被太古邪魔凶悍的意志所感染，但实际上他的精神是清醒的。如此血腥凶悍的意志，在跟我说太古邪魔本性憨厚，与世无争。 只帮天地消化天魂，我可不信。李天命心里吐槽了一句。他捏着那太古邪魔之眼，这一只血腥之眼，很快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化作血色的风暴，涌进了他的窃天之眼中。滋滋，当这一只太古邪魔之眼让其吸收干净后，他窃天之眼融汇的太古邪魔之眼数量达到了十。多吸收了这么多眼睛，除了让我这只眼睛看起来更凶悍之外，好像并没有其他变化，这让李天命有些郁闷。 他还以为能开发出什么新的本领呢？毕竟这只窃天之眼刚成型的时候，模样有了很大的改变。当时诞生了九个灰点，其中两个变成了一白一红，白色为窃天机，红色为窃命魂，还剩下七个灰点。对李天命来说，这意味着可能还有七种窃天一族的特殊天赋。窃天之眼分为内、外圈，正常形态下，内圈是黑白阴阳鱼组成的太极图案，外圈围绕内圈。 九个灰点组成圆环套住内圈，其中两个灰点已经变色。如今融汇了九只太古邪魔之眼后，整个窃天之眼暂时都变成了血红色，唯有那九个点颜色还在。当然，窃命魂本身就是红色，所以和太古邪魔之红重合在了一起。剩下八个点为七个灰色，一个白色。窃天机虽然暂时没变化，但李天命这一整条黑暗臂现在都处在麻痹的状态，心中的邪念越来越强。他有预感。 量变应该还是引起了质变，果不其然，当他盯着这窃天之眼的时候，下一刻，这上面浓重的血红色开始收缩，将窃天之眼内圈的太极显露了出来，所有的红色涌向外圈，最终朝着其中一个未开启的灰点而去。当九只太古邪魔之眼的浓重血红色聚集在一个灰点这么小的区域内后，颜色的浓度不断加深，最终变成了黑色。黑色一变，等于又是一个灰点解封，这和江飞凌指甲上的封印解除。 倒是十分类似，九个灰点，其中三个变成黑、白、红，白色窃天机，红色窃命魂，那这全新的黑点能引起什么变化？李天命不由得充满期待，因为他是窃天一族，却对这一个氏族了解很浅，这次也是刚知道窃天宫的来历，心里有了更多的向往和归属感，所以他渴望窃天一族的身份能给他带来属于他们一族血脉里的东西。终于，那黑点完全定型。 他就在白色窃天机的旁边，当其开启定型的一瞬间，李天命立刻感受到他整一条的左手黑暗臂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似乎是一种蜕变。这些六边形的黑暗鳞片涌现出了乌黑透亮的光泽，其内部的结构和普通手臂完全不同，几乎相当于独立于身体之外。李天命握紧了黑暗臂的拳头，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这条手臂是窃天一族的关键。作为关键，它的威力真正展现出来。 一定匪夷所思。记得当初施展窃天机的时候，白点的白色会涌向一整只眼睛，让其变成纯白色。施展窃命魂也是如此。所以李天命要将黑点的黑色调出来，重新侵染窃天之眼，才能知道它的威力。他说做就做，来吧。黑点微微颤了一下，紧接着他骑上的黑色就往整只眼睛弥漫。嗡 <Wow>，窃天之眼已经被黑色吞没，变成了一只纯黑色的眼睛。 乌黑如墨水，让李天命震撼的是，这黑色墨水的侵染似乎让窃天之眼显露出其真正的样子。先前的那圈太极估计只是窃天之眼的伪装，他现在真正的样子是十只眼睛拥挤在一个眼眶内。虽然复眼远远不止十只眼睛，但看起来足以让人产生惊悚感。因为现在是黑点侵染，所以这十只眼睛暂时变成了黑色，如鬼魅一样阴森。和李天命双目对视，他们也属于李天命的视野。如此一来。 李天命正在自己看自己，他能看到手掌中央这十只黑色眼球，也能看到脸上的金黑色双眸。这十只眼睛越看越难受，好似他有无穷的威力要将李天命给吞进去。那么他的威力是什么？这让李天命有点懵，因为窃天机和窃命魂都是及时施展的，而现在施展了这新技能，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就在这时候，嗡的一声，他的天魂好像被吸入了这只眼睛里的世界。 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真的。李天命以天魂的视角，就像是做梦一样，遁入这只眼睛的黑暗世界中，在黑暗的阴影中不断前进。嗡嗡、嗯，嗯、眼前这个世界黑雾缭绕，一片死寂。他踩在了黑暗大地上。就在这时候，前方大地上忽然窜出一个巨物，他的崛起引发了天崩地裂。李天命仔细一看，那竟然是一只黑暗手臂。他从地底而来，冲上云霄，直接手揽星辰。 掌劈日月，像极了那一只黑暗大手，只是他的神威要比黑暗大手要下降一些级别。至少李天命看起来心里有敬畏，却没这么难受。就在这时候，那一只从地底窜出来的手臂忽然以掌心看向李天命，只见他的掌心上也有一只窃天之眼，内圈是太极图案，而外圈有九个点，只不过不是灰点，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这大概就是完全形态的窃天之眼。就在这时候，其中黑色启动。 黑色涌向那圈，瞬间将一整只眼睛染成了黑色。和李天命现在相同，五族小辈，仙人指路，机会难得，必须谨记。这一个画面，声音，怕是早就被种植到了窃天一族的血脉之中。每当有后人到达这种境界，都会有先辈指路。是，李天命恭敬点头，心怀敬意。黑眼一开，魔天臂现，此乃我们窃天一族之根基，号称天下最硬之手。 只有金刚不坏不灭之手，才可上摘星辰皓日，下抚美人胸怀。最强之臂，最灵活的五指，最精准、最具洞察力的窃天之眼，方能夺天地造化，取日月神光，天道规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这一段话可听得李天命心潮澎湃。下抚美人胸怀，嗨嗨，正合我意。天下最硬之手，这个称号确实叫人向往。只要够硬，就能撕毁一切，抗住一切。 美人胸怀之类的，另说吧。不过这仙人指路都这么不正经，李天命忽然明白，这或许真的是一群很有趣的人。小贝，记住了，星空万族当中，比我们窃天一族男人的摩天币更硬的，只有一物。沉重之音轰然传来，竟然还有更硬的！李天命表示震惊，那就是我们窃天一族女人的摩天币，只要被他们抓住把柄，这摩天币啥用都没有。嗨嗨，李天命服了，他真想说。 这位前辈，你在出教程的时候别开黄腔可以吗？斗归斗，摩天臂这三个字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总觉得在哪里听过。何为摩天臂？那巨手晃悠着，严肃道：“窃天手，摩天臂，一旦开启，以恒星元内核锻造，只要你扛得住这条逆天之手，血肉鳞甲就能无上限强化，直到它比世间一切兵器都要刚硬，而且自身也能带来强猛的肉身力量。天底下。” 没有血肉之躯能顶得住恒星元内核的锻造，只有我们摩天臂可以。记住了，为了拥有一只承载我们窃天一族一切的手，一定要坚持。这只手是我们的一切，它是烧不坏的。意思就是说，这摩天臂相当于自带炼体法诀。李天命以前练的是剑体，剑体只有攻击，没有防御。而摩天臂这种力量是全方位的，其中刚硬是主体，只要刚硬也能带来攻击和防御，甚至其他变化。因为这位先辈说。 窃天一族的一切都承载于这条手臂上，而且方式很简单：开启黑点摩天臂，去恒星园内核煅烧，只要承受得住，就会无限强化。这是摩天臂的先天之强，锻造只是一个激发蜕变的过程。嗡嗡、嗯，嗯、那声音又在震荡，而且这时候，这黑色巨手从地面飞了出去，冲上云霄，大气磅礴。等你摩天臂锻造到一定程度，才有条件学习我们窃天一族三大要诀：一指、一掌、一拳。 三招定天下，盖世无双。说着，只见这只手收起四指，只留下一根中指。那中指乌黑透亮，粗壮无比，就像是一根黑色擎天柱。看好了，此乃通天指！轰轰轰！当其施展的时候，李天命整个人被带飞了起来，跟着这一只手冲上星空，来到了漫天星辰的世界。第一九一九章：通天中指。嗡、哦！那一根中指就跟是一艘星海神剑似的，以恐怖的速度前行。 它成了最尖锐的矛，在它穿刺的时候，好似整个星宇都被洞穿，无尽星辰退散，前方出现了一个相当于月之神境那般巨大的世界，就是你了。只见那通天中指神威展现，直接刺在了星辰表面，轰隆，一道锐利的黑光直接从那月星元世界的对面贯穿而出，这一指竟然洞穿了月星元，这意味着连巨变结界都被打开了缺口。于是下一个瞬间，那月星元世界。 两个缺口都在喷发月星元力量，就跟是气球漏气似的。轰轰轰！下一个瞬间，全世界爆炸，刺眼的光芒和混乱的世界直接将李天命吞没。此后还有盖天掌、封天拳，都乃我族绝技。等你练好通天指，再来找我吧。切记，切记！这一指、一掌、一拳的威力取决于摩天臂的强度。想要打出老夫这等威力，无他，去恒星园内核撸就对了。李天命在无语当中。 天魂被震得离开了那个世界，通天指，他精神还在恍惚当中，却还是忍不住吐槽：为什么也是用中指啊？灵儿也用中指，难道要我们中指对决？那画面不忍直视。眼前风波消散，他回到了木屋当中，周围十分安静，再无那通天彻地的动静。不过不得不说，那通天指的威力真强。先辈说其威力取决于摩天壁。李天命看了一下窃天之眼。 现在他恢复了正常，内圈是太极，外圈九个点亮了三个，只有动用黑点才是摩天壁的修炼状态。他现在还没变强，更不算天下最硬之手。譬如神醉剑这种神兵，很容易撕开这条手，需要锻造，他才能越来越硬。这才是窃天一族的天生天赋。恰好，我现在应该能到达恒星元内核，那个位置的恒星元力量是最为恐怖的，那些力量可能比九阶元素神灾还恐怖，是最纯粹。 最暴动、最凶厉的超级力量，摩天币不是吸收元素神灾，而是通过恒星元内核来淬炼。这种方式就跟打造兵器似的，一遍一遍的锤炼。李天命有预感，这绝对比吸收剑气还恐怖。不过他愿意一试，要不然这第三个窃天一族能力开启了都没用，还学不了通天中指。窃天机或许是这九个能力的巅峰，但却不敢使用。窃命魂属于第一个能力，但用处不算强。 摩天臂既然是黑色，又是窃天一族的基础，没有不练的道理啊！简而言之，李天命今天才算是真正开启了窃天一族之路。以前我的黑暗臂没什么特色，在倒悬星域也没人关注。一来是因为星空万族怪模怪样的人本就多，一条手臂很常见；二来估计也是因为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手段。如今开始修炼，那就不一定了。不过他还是决定勇往直前。麒麟臂发作了你，你要来这么深的地方锻造？ 萤火望着眼前无止境的怒火恒星源，被吓得胆战心惊。幸好他们被聚变结界保护，所以才没被吞没。这个位置已经算是太阳的核心了。李天命通过聚变结界的通道，平安无事来到了这里。站在此处，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狂暴的恒星源力量如同苍天级别的怪兽，在聚变结界通道外呼啸冲击。这种怪兽看起来不计其数，他像是回到了圆圆星洞。 处在风暴的中心，身边风平浪静，周围却天翻地覆、寰宇颠倒。轰轰轰！那些狂暴的恒星源力量，让李天命感觉自己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撕裂的凡人。他就像是年幼的时候，站在汪洋大海中央，对周遭的世界有一种深深的畏惧。这是属于宇宙的力量，他狂暴凶悍，但他却是孕育生命、赋予力量的源泉。来到这样的天地，不管是谁，都会更加敬畏自然。以目前来看。 哪怕是神阳王境的力量，对于天地宇宙恒星元来说都是九牛一毛，人力根本无法对抗天地宇宙。哪怕是帝尊，也只是恒星元世界上更大的一只寄生虫。只是这些寄生虫很聪明，懂得锁住恒星源力量，慢慢为自己所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正因为如此，聚变结界才是人类小幅度征服自然的根本。李天命心存敬畏，但也只是感慨一句。他最近更不习惯浪费时间，所以到来这后。 他直接开启摩天臂，准备开始锻造，因为他已经将太阳戒和融入体内。对他而言，在这巨变结界的通道当中，让他将一只手臂伸出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没有难度，只需要勇气。真不愧是天下最硬的手，估计和我的羽毛有的一拼。萤火嘿嘿笑道：“别找虐，小心我捏爆你的卵！”李天命瞪眼道：“你就是你在这练手的目的？”萤火不屑一顾，李天命懒得理他，他这摩天臂。 已经从巨变结界的缺口当中伸出去。反正窃天一族的前辈说，这只手是锻造不坏的。李天命也不一点一滴出去了，这手臂就这么长，他干脆直接往外伸出。那一瞬间，这一只手就像是消失了一样，直接被最狂暴的恒星猿给吞了。李天命这一张脸直接变成了猪肝色，整个人挂在巨变结界的内壁上抽搐，想拔都拔不出来，嘴巴张开了，却硬是发不出声音了。直到半晌后，他才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要命啊！这酸爽比八阶神灾剑气还要致命。还、哎、有，我还因为你撑得住呢。萤火阴阳怪气的说：“有本事你来。”李天命面色青紫，气喘吁吁道：“不用，爷爷我天生硬，不需要锻造，也就你这种先天不足的才需要后天拼命。约啊”约呀！一想到为了摩天币，以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类似生涯，李天命一个头两个大。虽然进程上没什么难度，比第九剑简单多了。 但关键是疼啊！第一九二零章三个太阳，疼的五脏六腑都在抽搐，疼的灵魂出窍，疼的李天命哀呼痛叫，就跟杀猪似的。反正这地方也没人，不用强装镇定，叫得大声一些，多少能释放一些内心的退缩。其实李天命知道，未来的战争他更没有退路，所以坚持是他唯一的希望。啧啧啧，有辱斯文。关键是萤火这货。 还一直在旁边嘲讽打趣，在李天命头上窜来窜去，更叫人吐血。滚！别逼我把你扔出去！李天命咬牙切齿道：“扔呗，鸡哥，我天生就是吃这些恒星源的。你把我扔进去，我能把太阳吸干。”萤火神采奕奕道：“这牛皮吹的，不过有他们几个在，不管说什么，也多少能让李天命转移一些注意力。久而久之，摩天臂都已经痛得麻木，但李天命却能够清楚的感受到。” 他越来越强，每一时刻的断烧都在加速他的蜕变，让他成为更恐怖的血肉之躯。这一条手臂的力量已经远超右手，再来一些时间，一定能更完美，说不定就能开始修炼通天指了。问题是，天狼星快到了吧？李天命已经能感受到他们的阴影了。现在万宗的人都被封闭在炎黄守护结界之下，看不到天外的情况。不过，银尘从很多秩序天族口中已经得知，天狼星将在半个月内。 移动到太阳附近，也就是说，现在站在炎黄守护结界外，已经能在那黑暗的星空深处看到两颗散发着白光的超级恒星源世界，就像是两头来自深渊的恶狼，又像是一大一小两只苍白眼睛盯上了太阳。随着天狼双星的接近，三个恒星源世界几乎撞击在一起，这样的盛况一定惊心动魄。秩序天族已经全部备战，暂时确实放过了万宗，李天命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但。 事关太阳兴亡，他不可能高高挂起。他所掌握的万宗也随时处在备战状态。九龙地藏充能完毕，成为了李天命第一大武器。半个月，天狼双星就会夹住太阳，那时候便是战争爆发之日。留给李天命的时间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融合太阳界核后，他才全力打造摩天币和修炼第九剑，刻不容缓。甚至于，连下半层的星辰守护结界。 他都做好了随时开启的准备。天一界面，炎黄大陆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色圆环，它静止不动，如同苍天之眼。天命皇朝的人对星空的事情了解比较多，所以这时候他们都不敢造次。在这多事之秋，就算是上神，基本上也都躲着。那血色圆环正是来到炎黄大陆的天道三星星海神剑。此时，一道金黑色神光从那星海神剑上落下，那是一把巨剑。 轰隆！巨剑插在了天命皇城附近，直接引发了整座大陆的地震。落地之处，浓烟四起。轰轰轰！附近山崩地裂，江河翻天。别靠近！李采薇连忙吩咐下去。那个位置传来的恐怖力量，让她对秩序星空产生了更深的敬畏。抬头望天，那血色圆环还是没有离去。此时，血色圆环内，无面鬼神族赤玉系的枪和同伴们一起审视下方这个世界。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天仪界面上，看到这些由星空尘埃组成的平面大陆世界。本来以为这些地方会极度的荒凉，奇形怪状的原始人在这地方茹毛饮血，连最基础的修行都不懂。没想到这样的尘埃世界，只吸收一点点光都能诞生上神。有人道，不只是诞生上神，关键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体系，而且他们的社会体系之复杂和我们并没什么差别，除了眼界和实力低一些。这个世界的爱恨情仇和我们是共通的。枪淡淡道。 也就是说，我们随便一个都能在这世界当帝王，坐拥亿万生死。而且看起来，这尘埃世界的美人也很有特色，并不会因为力量层次低而失去吸引力。另一个人笑道：“话虽然这样说，但还是没人会留在这。”枪道道理很简单，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留在这，别说进步，力量都会衰竭，直到被这个世界同化。在这当帝王没问题，万一秩序星空又随便来一个小喽啰。 还不是随便能灭掉自己，所以尘埃世界虽然有趣，但却让他们敬而远之。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这是永恒真理。赤玉枪语重心长道。他望向了东方，虽然没有眼睛，但可以感受到他看得极其认真。真不愧是逗号姑娘的族人标注的尘埃大陆，竟然有传说中的混沌天牢存在。这还是我们道玄星域发现的第二个混沌天牢，有趣。枪皇，我们要研究一下吗？属下问。 枪摇摇头道：“不能，既然是他们标注的地方，自然是他们的地盘。我们用星图记录下这个位置就好了。一会儿你们到幻天之境和长辈说一下，就说九阶东皇剑送到了，也提一下混沌天牢的事情。那吴天组织的狩猎呢？”属下问：“暂时别说，看看有无有水。”枪道：“那是。”众人心照不宣的笑了起来。说实话，我真是好奇那逗号姑娘和她背后的势力，在无序世界是什么水平。 竟然能让长辈们如此慎重，他们开始聊了起来。确实啊，枪皇之前说那九阶东皇剑就是直接内定送给逗号姑娘的礼物，本来都提前出发往她先前给的地点送去，结果雨星迷藏结束后，他又要求改地址。我们长辈还不是没脾气。是啊，本来天道一星那些人都送到半路了，结果换了个位置，他们只能掉头，碰上我们正好也来这边，才顺道给他们带来。你说他好好的，为什么改地址？行了，别多说。 看热闹去，枪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刚刚他们一直都在往下看，而这时候他们站在炎黄大陆的视角往苍天上看去，就在天空的正中央，一轮金色的烈日熊熊燃烧。但是就在这太阳旁边，此时却多出了两个惨白色的炽烈星辰。炎黄大陆的天空上出现了三个太阳，一个金色，两个白色。其中一个白色太阳有金色太阳的三倍体积，这让此刻的炎黄大陆无比光亮。 刺眼！早在半个月前，人们就发现这两个白色太阳的出现了。直到此刻，炎黄大陆的温度急剧提升，太极风湖从没融化过的冰雪，如今万物消融。谁都知道，那是高等种族的战争。